好，各位立法院的同仁，还有各位列席的专家学者代表，那我们今天依据立法院的职权刑事法规定，特别举办了这个公听会，那来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那本会也会做详实的记录各位的高见，并列入立法院的公报记录当中，作为我们日后讨论相关法案的依据。那我现在就介绍今天在场的委员以及与会的学者、专家及行政机关的代表。好，首先跟大家介绍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教授高承炎高教授，欢迎。 第二位是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高明志高教授，欢迎。绿色和平组织能源专案主任张凯婷，欢迎。核能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世修先生，欢迎。台湾大学社科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家伟先生，欢迎。国政基金会研究员唐慧玲小姐。 好，还没到哈。好，在地潜水教练，王明祥，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业务处处长陈宏文陈处长，欢迎。中央大学环境工程学系教授庄秉杰教授，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教授叶宗光教授，欢迎。 淡江大学水资源及环境工程学系教授江旭成江教授，欢迎。中华民国就业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秘书长张志维张秘书长。台北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陈昭荣陈教授，欢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吴成成。 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列席的各机关的这个代表哈。首先跟大家介绍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曾次长，法规会经济部的法规会副执行秘书罗翠玲，能源局局长林全能林局长，工业局副组长陈良栋。 财团法人台湾绿色生产力基金会协理江国英江协理，国营事业委员会副组长吴国清，台电公司总经理钟炳立，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署长黄宏彦黄署长，渔业署渔政组组长施俊毅施组长好。 内政部营建署署长吴兴修吴署长，营建署综合计划组组长林炳勋林组长，行政院环保署政务副署长詹顺贵詹副署长，欢迎，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处副处长谢炳辉。好，那。 请容主席做以下的这个程序宣誓哦。我先声明哦，我今天早上是先代班哈，待会儿高志鹏委员、高志鹏招委会回来主持接下来的公听会，我只是先代班哈。那我们今天公听会的程序如下：我们会先请学者专家发言，那我们依正反方来交错。 接着我们会请行政机关的代表发言，那本院的委员会由主席安排适当的时间发言。那我们每位发言的时间是八分钟，好，我们每位发言的时间是八分钟。那发言台前面的这个灯号是发言倒数的计时，请各位贵宾可以参考。 那我们发言时间结束前的一分钟，我们会按铃一声。好，发言时间结束，我们会按铃两声。好，以上。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位，我们请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教授高承炎高教授。那下一位，请高明志教授准备。
请换 PowerPoint 档。啊，主席，啊，各位啊，学者专家，各位朋友，啊，今天是426，是三里岛事件，啊，对不起，车诺堡事件32周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办这一个能源相关的公听会，有非常多的意义啊，请赶快把我的 PowerPoint 放出来。那我今天最主要要来讲深澳电厂应该要怎么办，还没找到，那这样已经计时计掉了呢。来，我们先把时间暂停好吗？来，那个，请问是哪一位操作 PowerPoint？ 是。我刚刚已经去你那边漏的了。来，我们时间先暂停，没关系。好，那可以开始了哈。好，来，那我们今天重新计算好了。好，谢谢。深澳电厂解决的最佳方案啊，我为什么敢称最佳方案哈？且待下回分解哈，大家一听就知道。下一章，我的最佳方案是这样：用 BOT 的方式，将深澳电厂以及协和电厂的一个机组变成地热电厂，来解决缺电的问题以及环保的争议。那协和电厂一个机组是500兆瓦，也就是0.5吉瓦。深澳电厂两个机组目前的规划加起来，啊，各600兆瓦，也就是说1.2吉瓦。那加起来是1.7吉瓦。那1.7吉瓦，我的建议就是依照目前政府在做海上风机的方式，用离线的方式来找国际团队来进行 BOT。 那地热发电全世界的平均是 92% 的容量因素，那正好可以花136亿度的电。那能源局一直说2025年北部会缺134亿度的电，所以已经够了。好，下一张。这一张是总统选举的时候，总统、副总统办公室打出来的，说规划。那个时候地热是600兆瓦，因为副总统是我大学时候的好朋友，所以我对这事情非常在意。结果呢，隔了不久，我们看下一张。隔了不久，能源局打200兆瓦，说2025年要200兆瓦，甚至2030年多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是2016年的10月14日，我的文章的名字叫做《总统政见地热600兆瓦的目标，政府岂可未战先降》。好，下一张。那我们知道啊。地热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当机载，哦啊，事实上它也不是那么贵。那即使说地震、海啸，地热电厂也不太受影响。所谓不太受是当场啊，可能需要关机，然后事情过了以后马上可以开机。好，下一张。那这个是工研院以及学者一直在讲的，台湾有很多地热，有蕴藏区，那有26个。蕴藏区里面大屯占一半，那我就一直建议说，赶快把环评，免掉，所以现在已经10兆瓦之下不需要环评，那每个区域做100，做4兆瓦，这样我们就有100，这个浅层地热。好，下一张。那深层地热，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深层地热是这么多，大屯火山群。那目前深澳其实可以挖到大屯火山群的地热。下一张。好，这是深澳，那目前也有很多争议。好，下一张。那这一张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张，这一张是这样：
深澳外海七公里的地方，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火山岛，叫做基隆屿，地热资源非常丰富。那海洋大学就在旁边，所以我就请海洋大学 NEP 处的团队张忠诚教授，以及李兆先教授来评估。那后来他的博士班学生就回我这个评估的结果，他说在那边挖井200公尺的地方应该会有200度啦的破碎带，但是破碎带不一定挖得到。那我一向诉求就是要用低温梯度，那边低温梯度大概是100公尺是5度左右啦上下一度啦，所以5000公尺应该会有250度至300度。那如果300度的话，下一张就正好我在我南洋地热在立泽规划的就是要挖到地底要有300度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在研究抗腐蚀的材料，那目前也向能源局递了一个抗腐蚀材料的案子。好，下一张。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可以零碳排零空污的具体建议，下一张。第一个，如果要用燃料，那请用生殖燃料，没有干净的煤啦那请用真正干净的生殖燃料，这是一个方案。那真正好的方案是第二个，直接变成地热电厂。那我刚刚讲协和有500 MW， 深澳有两个600 MW， 加起来 1.7 MW， 那这样你就 BOT 嘛，那台电也不用烦恼，1000亿也省下来。下一张。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比照目前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海上风电采 BOT 的方式，原来总统副总统的政见海上风机是3 GW， 现在已经被加到5.5 GW， 先要3 GW， 这个月底也就是下礼拜一要临检公布结果，然后还要2 GW。我很搞不懂为什么不稳需要建置很多系统的海上风机要做那么多，而可以当机采的地热不能做。所以我也申请我们环保联盟现任的学委召集人如果知道环保联盟系统就知道学委召集人是环保联盟最大的啦刘志坚教授，他可以来协助做环评。为什么找他呢？因为我南洋地热的立泽地热电厂就是刘志坚教授替我做环评的，应该会是如果我们这个不推是空前绝后101 MW 的地热。好，下一张。好，那目前的补助办法我觉得有问题啊，因为海上风机水上水下都补助，那地热地下补助地上不补助，这个没有道理齁。下一张。齁这个是国际的实力，这是美国，下一张。这是日本齁日本是核工系的教授，请注意是核工系的教授横峰建彦开始在从事这种东西。齁跟我类似的东西，下一张。齁所以这个是我的参考资料，下一张。下一张。有吗？下一张没了算他运气好。我跟你讲下一张是什么啦，那我用口述的就是彭祖800岁阎王 找不到他啦，所以就派小鬼去洗煤啦，那洗了很久结果彭祖就被抓走啦，那有个小鬼留在人间就一直洗在九份那边啦，最后这些水变成九份底下的地热，所以我们要开发地热，用九份的水煤来解决深澳的议题。好，谢谢大家。谢谢高教授，接下来我们请也是另外一位高明志教授。
发言。接下来，下一位，请张凯婷主任准备。主席，然后以及各位政府官员以及各位在场的专家们，大家好。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针对这个深澳电厂这个主题，然后可以希望从法律观点提供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基本上我今天的报告的方向大概是针对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说怎么样去解决深澳的争议。第二个其实是从法律面我们怎么看深澳这个主题。然后最后也是针对说最近很夯的这个能源政策的这个主题，离岸风电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他们应该，然后基本上这个离岸风力，以我的观察也预期也会面临类似深澳的困境这样。好，其实怎么样解决深澳电厂最快速的方式？其实大家应该现场大家也都是在想怎么样解决嘛。然后其实我的建议是，应该要请全体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跟行政首长，大家都来支持深澳电厂的开发。大家应该会发现，我写错了吗？我好像写错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没错，因为我们发现说，从最近的一些例证来说，反正只要国民党一旦支持什么东西，民政院长绝对不支持。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在立法院审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然后大家不是耳熟能详，就是说民进党政府有50、30、20的这个目标吗？可是国民党委员一旦支持说我们要把20%的路要募法，民进党就说不要，我们不要路法。然后第二件事情当然也是很明显，就是说当国民党开始反核的时候，民进党最近也开非常的拥核，然后这个核能的那个重启啊，各种议题都沸沸扬扬这样。所以要解决这个事情，要民进党放弃深澳最快的方式，真的要请国民党为了我们北部的这个空气污染着想，要无条件的支持这个深澳电厂，这是我觉得这是最快速解决的方式。那接下来就是法律观点，我们到底怎么看待深澳这个主题的？其实啊，从我们法律观点来看，深澳其实一点都不深澳。我觉得这个电厂啊，可能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注定死亡或者延后出生的命运了。然后这一点其实我必须要说，我们要来问在现场的詹律师本人其实最清楚这个现象。然后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是台湾环保版的特洛伊木马屠城的事件。怎么说呢？其实在深澳电厂的这个争议过程之后，这个环差通过之后，其实大家也都看到说，我们的副署长其实到电视各个电视台接受访问，然后其实我看完之后，其实我就觉得事情不妙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在这些访问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很多访问当中赐予了很多未来在环差撤销诉讼过程很多的子弹跟武器。然后大家也都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深澳电厂的审议过程是多么的粗糙与瑕疵，然后很多的因素其实都没有考量进去，甚至在最后也是八比八，然后这样子的通过，后来这样子的通过。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个未来其实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做得成，是很有疑虑的，或至少他在环查撤销诉讼，或未来可能要做环评撤销诉讼当中，这都非常的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第二，然后我会觉得说，在法律观点，其实针对深澳的第二刀了，其实可能未来这几个月会出现，就是目前环保署在进行的环评修法里面，就是要让审查结论撤销之后，开发许可就失其效力。然后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哦，我深澳电厂盖到一半，然后我的开发许可就失效，就不能盖了。所以其实这个修法方向，其实对于整个未来不只是深澳电厂，也包括离岸风电的推动，会有很恐怖的效果。所以从我们法律观点来看，其实这个问题蛮好解决的，其实已经解决了啦。这个深澳电厂一定没有办法如期完工，一定盖不起来，所以其他的能源一定需要补上。那大家说怎么解决啦？其实第一刀，其实我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救了，因为这个就是最后这些案子到了法院去，然后以过去法院在撤销诉讼里面的态度，这个很难解决。那第二刀咧，环评的修法有没有办法解决？
当然说我是呼吁说不要通过这样的修法，可是因为常常在这个新政府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只要讲了什么他们绝对不做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老实说也无解。那当然说接下来遇到的问题是啊没电怎么办，然后接着就是最近很夯嘛，离岸风电这个遴选结果，然后其实很多的专家都担心说这是三倍庚子赔款啊，或者说国民党也担忧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冤大头啊，特别是最近有一个这个两倍高价收购离岸风电的这个有点像是漫画的这个部分文宣这样。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呢、啊、法律观点到底怎么看呢、啊，因为其实我最近其实我也写的蛮多有关离岸风电法律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称呼我是台湾离岸风电发展的末日博士啊，就好像说我就说这个东西完蛋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其实他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环评撤销诉讼的阴影其实也是挥之不去。然后这一堆案子啊，都是3月26号公布的，他其实他还在还未脱离险境啊，他还是有可能被告倒的。然后环保团体也讲话了，在三月底的时候有都环团很担心说这个政府拼海上风电然后毁生态，然后这个会不会在未来产生蛮多的争议，我会觉得是可预期的。然后当然说我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法律安排的部分了。然后我简单的说就是目前的这个离岸风电的这个竞标遴选等等这些分配权利的法律安排，我会把它称呼说一告就倒啊，只要有人告保证倒。然后这很简单，就是说我一直呼吁就是说政府不要用行政内规来分配这个权利，不然你会让业者最后只拿到一张废纸啊，大家很努力然后争取这些权利，明天后天连续两个整天业者非常辛苦，可是最后业者可能最后只拿到一张废纸啊，也就看起来好像政府跟你说哎这有法律效力，可是实际上告到法院去，可能法院就说哦这个是内规做出来的，怎么会有法律效力的。所以经济部难道也是特洛伊木马吗？我也不知道。然后怎么解决？其实目前国民党孔文吉版的委员希望能够建立法院依据帮忙，可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跟经济部誓死反对，所以他们就是要让业者开发商拿到一堆废纸吧。然后民进党政府的能源转型，我觉得一直画错重点，其实一直在做什么电业法、再生能源凭证中心等等这些东西，可是真正威猛的其实是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跟修法，可是现在无人闻问，也没人在宣传。然后现在其实我会觉得说整个情况现在为了反对而反对啊，其实民进党政府提出的是基乐班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法，可是当国民党提出真正威猛的修法之类，民进党却是说国民党要的我就不要，好的法律我也不要。所以台湾的能源未来会有煤电吗？不用担心啦，是煤这个煤啦。然后会有气电吗？是这个气啦。然后我们想要做的海上风力发电牧场会变成牧场吗？然后这个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这样。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张凯婷小姐发言哈，那我们请黄世修先生准备。那在黄世修先生发言完之后，叶宜晶委员发言5分钟哈。陈明文委员，如果您要发言，可以往前登记哈，谢谢。主席，各位委员以及各位与会的代表，大家好，我是绿色和平的能源专案主任张凯婷。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来讲说，台电所口中所声称的这个一流的燃煤电厂，它还是一座肮脏的燃煤电厂，而且2025年我们居然还要选择燃煤来作为我们电源开发的选项，这是一个不符合国际趋势，也违背政府能源转型目标的一个政策的作为。下一页，谢谢。那我们首先要先不厌其烦的去强调说，燃煤电厂它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它的空气污染的排放物就包含了悬浮微粒，这个 PM2.5 它是属于一级的致癌物质，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重金属的这个排放，这个重金属的排放呢是燃煤电厂它所会排放出来这一个非常剧毒的元素，但是是至今这个深澳电厂的争议以来，台电公司一直没有去正面说明的一个地方。那另外我们也要说，其实在国际上早就已经指出说，空气污染它是一个没有安全值的，只要在人体所暴露的环境这个空气污染的浓度去提升的话，它对于我们人体所罹患这个肺癌、中风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这个几率都会去提升。下一页，谢谢。
那我们之前有初步的去估算过，深澳燃煤电厂它所带来的空气污染的总量是多么的惊人。如果去看它的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或者是单看它这个 PM10 的排放总量，就相当于160万台的小客车，而碳排量也是相当于150万台的小客车。这个总量呢，就相当于整个北北基地区的小客车的总量。也就是说，这个2025年一座燃煤电厂就会使我们在整个北部地区的这个空气污染的排放总量是直接一个倍增的效果。而台电呢，现在他们说明的东西都一直声称说，现在的机组跟现在的他们所做的空气污染的防治设备可以达到怎么样的减量效果，但是他们没有去承认正面说明的事情是，这个燃煤电厂即使用了最好的技术，他们所带来的总量还是非常惊人的。那在这边我们要讲说，台电所目前在谈论空气污染的时候，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个空品模拟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第一点，他只做了其中的1到2个月，但是在国际上，当我们在谈论空气污染，要谈论到空气品质模拟的时候，至少都会去包含到整整一年的区间才算是完整。第二个，他没有做到健康风险的评估。没有健康风险评估的这个空品模拟的结果，我们到底是要来谈论什么呢？我们没有来正视它对国民健康的危害到底造成了怎么样的冲击。而这个简报上面看到的这个表格，就是台电他们自己所模拟出来的结果，然后在报告书说，他们因为跟过去的这个开发规模来相比，已经显著的降低，所以呢是一个没有疑虑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值。但是呢，其实我们来看，在我们一看呢，就初步估算的结果，它对于北部6个县市所带来的健康冲击，就是至少每年就会带来数十起的这个早死的案例。而燃煤电厂一旦新建下去了，就是30-40年这样子的运转，这样子的冲击难道不是？难道台电公司没有办法去重视，没有办法来做评估，也一直都不跟我们做说明的地方吗？第四个就是它完全没有做到重金属排放这样子的一个模拟评估结果。下一页。那在这边我们用燃煤电厂所会带来的这个汞的排放跟大家做说明。汞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个神经毒素，即使呢是一个非常小的剂量，也会对我们人，也会对儿童的认知以及这个神经系统的损害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而这张图表呢，就是台湾目前这个汞排放来源。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以它排放来源的话，最大宗就是来自于燃煤电厂。如果我们要去重视这一件事情的话，首先就应该去减少到燃煤电厂它的排放量。那台电呢，一直声称说，他们现在在台面上面去说明的，都是现在的燃煤机组，以及他们现在所选用的效率，以及他们现在对污染防治的这个用心，跟过去的开发案的规模是一个很显著的降低的效果。但是呢，那是因为把燃煤跟燃煤直接摆在一起相比。那我们要强调的事情是，如果把燃煤跟其他的电源开发选项一起拿出来相比的话，就可以看到燃煤它所带来的这个空气污染物的这个跟其他的电源一旦相比，它的差异就是一个倍数的效果。而且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那个汞的这个排放的结果，它的差异就是来到了12倍这么多。那就是因为燃煤电厂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那个政府知道说，燃煤电厂它的技术不管再怎么提升，它从来就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会变成一个干净的电源选项。所以呢，就是正视到燃煤电厂它所带来的这个气候变迁的冲击以及空气污染的冲击，在未来是不可能改善的。直接改善的原因就是从源头去减少它的使用。所以呢，在国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去积极的要去减少燃煤发电，并且甚至宣布要全面淘汰燃煤发电的这个时程。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经济因素。因为呢，现在在国际上再生能源它的成长，以及在对再生能源的投资，还有它这个成本的下降，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而且显著的。所以呢，在未来，这个也是台湾未来会有的能源情境，在2025年，我们的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来到20%。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力系统会比较像是这一张图的右手边。那个时候呢，为了去因应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特性，在我们的电网里面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弹性调度的这个能力，而不是像燃煤这样子的一个机载电源。那燃煤电厂我们知道说，通常呢，在它的新建投资，为了要去符合它的经济效益，我们通常会让它去高度的运转，这样子呢才可以摊平它当初的这个投资成本。但是在未来的能源情境之下，当我们需要，当有越来越多的再生能源，我们需要去
调度它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对于燃煤电厂的需求很可能是需要它去维持一个低度的运转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经济因素，在国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知道说，现在再去投资在燃煤电厂，它就是一个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投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论说，这个1000亿的预算以及未来30-40年的这个燃料的预算，现在不是在台湾能源转型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有它更好的投资标的吗？就像是再生能源的开发，或者是电力系统的提升，而不是去投资在一个2025年才要新建的燃煤电厂，这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选择。那这边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其实在2025年，我们是不缺燃煤发电的。这个2025年，这个燃煤发电30%的占比，它到底是相当于多少亿度电？这个是政府一直没有正面去说明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统整了过去政府在不同场合的公开资料，其中有对2025年的情境去做预估的。我们去抓取说，如果以即使政府最大的需求量的这个30%的占比，我们对燃煤的需求量大概是995亿度电，但是既有的燃煤装置容量就已经提供了1250亿度电了。所以在目前的装置容量就已经符合未来的供电需求的这个情境之下，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盖一个会让整体装置容量上升的深澳燃煤电厂呢？谢谢。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干净的燃煤电厂的，即使现在的燃煤的这个效率再怎么提升，它永远不是一个干净的这个能源选项。那所谓干净的燃煤电厂，就是一座不存在的燃煤电厂。而新建深澳燃煤电厂，它是违背政府的能源转型目标，也违背了减煤减碳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经济部应该去尽速的去提出去公开一本全国长期负载预测规划的这个报告，因为呢，这本报告应该是一个每年去滚动都会去公开的这个报告，它每年都会依据当时的能源情境以及未来20年这个台湾的能源情境的需求去做一个完整的电源开发规划。但是这本报告呢，在新的政策能源转型政策以来，一直都没有去被公开。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边花这么大的力气，还要来讨论深澳燃煤电厂到底符不符合能源政策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所以呢，我们要求经济部应该尽速的去公布这一本报告，并且里面对于未来就不应该再包含深澳燃煤电厂。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黄世修先生哈，下一位请叶怡晶委员准备。OK， 好，各位好，我是核能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世修。那今天我们来讨论深澳电厂这个案子哦。那我核先续名哦，我本人我不反燃煤，好，因为我觉得对台湾的电源结构来说，燃煤是有一定必要的存在。好，那但是深澳电厂到底要不要，我并没有那么坚持。尤其深澳电厂的包括环评环差以及最新牵扯到的生态保育区的重大的争议跟行政的瑕疵，所以我不会说我支持深澳电厂。但是今天深澳电厂这个燃煤电厂已经引起了非常非常剧烈的社会争议，甚至是政治上的冲突。那我的立场其实很简单，公投吧。这个是行政院环保署长李应元承诺全国民众说，我们就来一个核四跟深澳公投。好，因为那个时候马英九说，其实当初只有了核四就不需要深澳。对，这句话其实没有错，因为当初台电为什么要在北部盖核四，其实就是为了平衡区域供电，平衡区域发展。那你今天核四不盖了，核一二也要除役了，那北部又有大型电厂退役，台电是被逼到绝路才重启这个已经他们自己放弃，因为推了10年都推不动的深澳燃煤电厂计划。所以今天，但是当然我知道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反核人士，他们不太能够接受核四这件事情。那既然这么严重的争议，那就公投啊！依照《公民投票法》第14条。行政院是可以提出公投的提案，经立法院同意之后交由中选会办理。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蔡政府做这样的表态了，我觉得不如就公投吧，就公投吧。包括在座的高成炎教授，他们之前也推过核四的公投，在几年前，那很可惜的没有成功。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社会争议下，就公投
就公投，所以我会全力支持李应元署长的核四申澳二择一公投。那当然，我本身我再强调一次，我没有反申澳，我没有反燃煤，但是我不坚持要申澳。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核四跟申澳有什么差别。第一个，申澳电厂成本超过1000亿元，最快也要2026年才会完工，而且还有刚刚高老师说的很多法律上的争议，我觉得一定完工不了。核四只差启动测试，其实很快就可以供电，而且它的启动测试成本其实很低。再来，燃煤进口的燃料加除煤厂，顶多只能撑一个月；核电厂的进口一次量可以撑1.5到3年。这也是为什么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他说：“你想想看，你家里要放一桶瓦斯还是放一桶煤？”然后后来被批评了之后，他又说：“没有啦，我形容是安全存量嘛。”徐国勇无论是瓦斯还是安全存量的说法，等于公然打脸蔡英文总统。公然打脸蔡英文总统的50%天然气家园政策，而且在安全存量部分，我以前常常说一句话：我对统独没有偏好立场，但是你同时主张台独跟反核的，必定是假货。因为你怎么会把你台湾的电源命脉堵在一个只有7天安全存量的天然气占比50%以上的能源呢？所以你如果有台湾不想被统的想法，你为什么不支持核能？所以我说你同时支持台独跟反核，一定是假货。第三个，申澳电厂两部机组加起来只有 1.2GW， 核四光一部机组就有 1.35GW， 两部机组是 2.7GW， 每年提供200亿度无碳干净的洁净电力。第三，你如果是要问进尖峰供电能力，申澳电厂两部机组只占北部供电能力的8%。核四可以占到北部供电能力的将近20%，如果你再把核一二厂加进来，你可以到32%以上。所以为什么核电厂对于北部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核电厂对于中南部来说是一个实现区域正义的一个选项？凭什么北部人用电用那么多，却要中南部人来承受空气污染的代价？那你说核电厂可能也有核废料啊？但是天底下哪一种发电方式没有废弃物？我先告诉你，核电厂的核废料是唯一一个人类能够处理的废弃物啊。其他火力电厂，甚至包括再生能源的废弃物，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核电厂的核废料技术上几十年前就可以解决，是因为政治上无解，有太多人在煽动恐惧，说哦辐射好可怕，辐射学过中学理化都知道，挡起来就可以。核电厂的核废料可以做到完全不影响生态圈，所以呢，詹顺贵署长说我好不要脸，请问这是不是有公开记录？这是我可以告他公安侮辱啊 ？OK， 好，继续。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国发会的公共政策平台上提出了这个，我们想要希望这个李应元实现承诺啊，由行政院来提出这个核四跟申澳二选一的公投。一天之内我们就被否决了，检核不通过。他说：“哦，这个是有公投相关议题啊，本平台不是公投平台。”哎，请注意哦，核四申澳二选一的公投不是我们要的，是行政院环保署提出来的。我们是要督促行政院实现这个承诺，所以我们就再次的提案了。那等了一天，目前国发会停办没有任何的回应。昨天晚上我试着想要再提其他的案子，结果我发现国发会系统就故障了，他不让我提。对，他的验证性系统就莫名其妙就失灵了，好，所以我当然马上就是 call 我们的唐凤政委啊，我有写回到国发会的信箱，希望他们赶快把系统修好，不要扼杀我们提出民意的诉求哈。好，所以今天当然你会说反核是全民共识，狗屁，反核怎么会是全民共识？当然，在福岛核灾过后那几年，因为很多反核团体的散布恐惧的炒作，你会发现好像大家都反核，可是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会发现其实台湾现在在2017年去年的时候，已经有过半的民众都已经转向支持核电，甚至连绿营的支持者都开始支持核电了。再来，这是最近最新的《远见》杂志所做出的民调，支持核电的人也过半，尤其在年轻族群是压倒性的支持核电。这个是雅虎的民调。如果真的我们来办一个核四申澳二选一公投，哇，这个更夸张的悬殊啊！当然，大部分的网友超过80%以上都选择重启核四，
不要合事，不要合事，不要生耗。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转弯的时候了。最后我要说，今天当然会有很多环团会说哦，以和养绿这个他们不能够接受，可是他们都不敢告诉全国民众是真正的国际趋势是洁净能源 clean energy， 是包含再生能源跟核能的 clean energy， 不是只有再生能源，这是国内很多环团一直用资讯落差来欺骗民众的事情。那你会说核四很贵，但是事实上根据绿盟绿色公民行动里面的算法，核四一度电算出来也真的只要 1.6 到 1.7 块钱，包含核电厂处理，包含核废料处理，因为它算出来一兆多，然后就说很贵，可是他不要忘了核四40年可以发8000亿度电。好，当然你说一兆多很贵，那请问我们现在花2兆元做离岸风电跟太阳光电是在做心酸的吗？好，那有些人会说，那我们只要抑制尖峰负载就好，核能跟燃煤是积攒，你再怎么节电都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再给我30秒就好。我要讲一件利益冲突的回避。今天前阵子环团去见了蔡总统，那环团里面就有第二的业者，那见完总统之后，总统就指示说延拟这个第二取代深澳电厂的方案。隔天的新闻，经济部马上就承诺说六个月完成地热的可行性评估，这难道不是公安官说吗？再来，那个离岸风电的遴选最重要的推手是绿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义林。好，郑义林他大家也知道他是政治背景上来的，请注意一件事情，离岸风电的遴选在这几天会举行，4月30号要公开结果。这位最重要的绿推中心的副执行长公然的在社交媒体上推荐某一家厂商的广告，这是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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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 全部都是 wash 能源。事实上在前一阵子在立法院就有委员质疑说，为什么绿推中心只放单，以前叫单能，现在 wash， 为什么只放 wash 的方案？被批的时候他怎么才抗其他厂商？现在绿推中心的执行长，这个截图是从三个礼拜前一直到昨天，公然的推荐，强烈的推荐某一家厂商的广告，这难道没有违反利益回避冲突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整个能源政策，不管是燃煤电厂也好，不管是核能电厂也好，不管是离岸风电还是太阳光电也好，有太多的利益冲突没有回避，这根本就是公然的官说。我希望立法委员们能够负起责任，监督这些政府官员，不要让他们这样为所欲为。谢谢。好，谢谢。因为叶委员去洗手间，我们先请赵家伟先生好。好了，麻烦全幕好不好 ？OK， 好，好，各位好。那这次的话，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深澳会成为我们能源转型的绊脚石？因为在不论是在实质上面，或者在整个制度上面的话，我们在看深澳这个事情上面，我们都发现到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捏造的资讯，很多制造的资讯。像除了是干净的煤这类的干话以外的话，我们最麻烦的是看到今年干这礼拜。礼拜一开的那个记者会，们怎么打造深澳成为世界一流的燃煤电厂这一块的那个记者会里面，他里面就出现一个资讯，是说用这样子去算法去算说北部的用电量跟发电量之间的距离，说差了134亿度，所以我们南电北大幅度的南电北送，然后北部的用供电不足。但在这个估算上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我要说是炮制的一个做法。第一个部分是在台电，它过往在讨论区域供电问题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用总用电量跟总发电量去做比较。然后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在谈未来的区域的供电平衡的时候，不会把新竹县市把它放在北部的供电分区。像这是我们看到台电自己的资讯，可以看到说，在北部地区，所谓的北部供电分区的话，是不会把新竹县市纳入了，特别就是你。
然就不会把竹科这个大的用电者把它纳在北部区域。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分析去重新去做估算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扣除到新竹县市跟新桃位于新竹县的关系的发电厂的发电量之后，实际上面北部的供电量是高于发电量的。所以我们要强调的事情是说，这样的资讯不应该是在不断复制这种错误的资讯去提供全民错误的讯息。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是希望说经济部跟台电能够去扭转这样的做法。这就是应该要做的做法，就是好好的去算说到底没有。到底把你的长期的电源开发计划拿出来看，就是说到底有升耗没升耗，我们的备用燃料率差多少嘛？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去年11月8号的时候，在五缺记者会上面公布了未来的备用燃料率的预测，然后也有提出来说未来的整个供电方案。我们可以看到说升耗只不过是其中许多的电厂里面的其中一环而已。然后台电自己还有进一步公布到2028年的电源开发方案。所以我们就拿这些资讯拿起来估算，我们就发现到说，所谓的有升在五缺那个高的负载情境，每年的用电最大值要成长 1.2% 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你有升耗没升耗，你在大概2025年的时候，你备用燃料率只差只是 14.9%， 跟标准的 15% 只差 0.1%， 然后但后来我们又听到说，从2026年的时候，你要把升耗的第二个基础考虑进去的话，没有升耗的时候会差更多。但实际上面还没有告诉，在这一块能源相关主管机关没有揭露的事情是，2026年你新达这边的更新基础你就会上线了。所以在2026年之后，你的备用燃料率即使在没有升耗的状况之下，你都可以在 15% 以上。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说，你刚才在前面的估算来讲是没有考虑到能源转型，没有考虑到减碳。如果你真的要达到你再生能源占比 20%， 你要达到你的减碳目标的话，你的用电量的幅度，用电量你必须要压到 0.5% 左右。所以你的每年的尖峰用电量最高的成长幅度必须要压到 0.4%， 是刚才前面的 1.2% 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你用这个 0.4% 去做估算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没有升耗的状况之下，我们备用燃料率都还可以在 20% 以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估算来讲的话，是可以看到说，在从全国供电稳定来讲，没有升耗，我们全国的供电都可以稳定无虞。那我们再看看北部，北部这边的话，就刚才提到说，我们北部其实是从新竹凤山新以北去做切分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说，那北部没有升耗的话会怎么样？好，我们就把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谈说，因为接下来北部会因为合一合二除一之后，我们的发电能力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一定要有升耗来填补。那我就把未来到底在北部会增加的电厂全部把它列出来，然后全部一起算，我就发现到说，即使在没有升耗之下，你的整个北部的总发电能力、进尖峰能力都会叫现在大幅度的增加。所以我们这样统整去估算之后，我们就发现到说，好，今天你没有升耗的时候，你在这个你不做节电之下，你的确你可能会有缺口，但你的缺口已经比从现在的50万千瓦已经大幅度缩减到25万千瓦，而你现在大约推能源转型，你要去符合你的法定减碳目标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积极做节电，然后你就必须把你的北部的负载就必须要压到1426万千瓦，所以今天没有升耗的时候，你的供电量、你的北部的供电能力都还会高于你北部的负载。所以在这些资讯都是在经济部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没有对外揭露的。然后更重要的一块就是说，在能源转型趋势之下，没有升耗的空间。第一，我们就看到说，它的空气污染的发电量是燃气的三倍以上，然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实是两倍。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把2025年的时候我们承诺的能源转型的调整目标，我们要把燃煤占比降到 30% 以下的时候，等于说是要把它的发电量从现在的1264亿度降到800亿度以下。而这800亿度的话，你是光靠你这些林口跟大林这边已经过环评的这些超高临界机组，还有你这个是2000年左右才开始运转的和平电厂这些机组，然后去填补就够了。因此在这同时，你还可以把大幅度把台中的机组、把中火跟南部的新达，把他们的发电量减少70%以上。所以这样的话，你已经可以兼顾达到减煤的目的了。你并没有说你要一定要在北部盖一个新的超高临界机组才能够去取代中南部的空污问题，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升耗它是一个注定赔钱的方案。这一块就是我麻烦各位立委的时候可以去查看那个台电提出来的预算书，在今年的预算书里面的话，针对在升耗这边还有一些描述，但更重要的描述是这个
深澳的投资回收年限是24年，这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说它2025年开始运转之后，要到2049年，它才能够回本，而且是要全时是高容量因素之下80%容量因素之下运转才有可能到回本。但是如果按照国际的减煤趋势来讲的话，你 OECD 国家2040年之后你就不能有燃煤发电了。然后你在台湾，你自己要达到你的温减法的2050年，相较于2005年减碳50%的目标的话，根据我的估算，你至少在2045年之后，你也必须要淘汰燃煤发电。所以这样很注定说，深澳它是赔本的。而且如果我们来看它的单位发电量或发电的成本来看的话，你在谈深澳的发电成本的时候，你必须要意识到说，2025年的时候，台湾还不会针对二氧化碳去课税吗？去或是有碳交易的方式去反映成本吗？所以你在这边也必须要把这个成本纳入估算，你就发现到说，深澳在2025年的时候，它发电成本至少是将近3块，已经比2025年的太阳光电还来得贵了。而且如果你把这个1000亿，你把它转投在节能上面的话，你可以带来的节能的节电量可以达到200亿度左右，是深澳发电量的2倍以上。所以在这边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讯息，我希望相关部会都必须要提出。所以在最后的呼吁就是说，经济部它必须要根据不同的用电成长情境，去提出全国被动容量率跟北部供电供需的差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环保署跟经济部都应该从温减法的阶段性管制目标跟电力法的电力排放系数，还有减煤至30%的能源转型目标，去检视深澳的必要性。然后最后的话，就台电必须要提出来，就是到底深澳的发电成本是多少？然后经济部就必须要提出来，就是1000亿，如果拿来节电的时候，到底有多少的效益？这是我最后的呼吁。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叶宜津委员发言，时间是5分钟。下一位，请陈宏文处长准备。对，委员比较少。那来宾比较多，好啊，各位都是专家，我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但是绝对不是国民党说的我都反对，我是反核人士，我坚决反核。我先把我的身份讲清楚，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深澳。关于核能的部分，我们改天好好再来谈。我不以为然的是核能成本的计算方式，刚才这个黄教授说的那个成本的计算，因为核废料的处理呢，恐怕不是价格的问题而已，是有没有能力处理，有没有地方处理的问题。但是今天我没有办法跟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我今天远输于各位专家，我只是用很一般般的尝试，我手上没有任何的资料，只有我脑袋里面的想法尝试跟各位讨论。今天呢，除了永和的人士以外呢，我想要看看这么多环境保护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等的这些。我们用这样子的想法来看看台湾这个地方的能源要怎么样走下去。我们今天不讨论核能的话，2025非核家园已经入法，50%、30%、20%，能不能达到？其实要非常努力。今年已经2018，除非。我们大家要一起回到山顶洞人的生活，要不然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那我们来想，今天大家不要已经近乎可以差不多到达天然气标准的超超临界，你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已经很多人说过了，天然气台湾的储存量是7天，如果加上台风，如果加上真的国际局势有什么变化，我们能剩几天？台风就剩5天了啦。好，天然气 LNG3、LNG4、LNG5、LNG6、LNG7 到现在全部卡住，为什么？因为环保人士都有意见。我们再来看我们所谓的绿色能源，太阳能、光电、风力发电、沼气等等，有多少？最大宗的
就是太阳能跟风力发电。太阳能，我们2025要达20吉瓦，做不做得到？坦白说了，做到你也担心，做不到你也担心。为什么？局长，林局长，我们一个潭，哎，大潭电厂跳电，4.2吉瓦，全台湾12%的电跳掉了。我们20吉瓦，假设真的做到2025，在座都是专家，太阳能它一天有多少小时，就让它满载好了。20吉，不要满载，我们就让它打八折，16吉瓦，突然太阳没了，这些机组会变成什么样的灾难？我坦白说非常担心。所以太阳能装置要达到20吉瓦吗？一次到位吗？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还有台湾这个詹顺贵环保副署长在这里，农委会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20吉瓦是要占台湾的土地20到25公顷，以后我们还有土地可以用吗？容量因子，所以呢，我已经说了，假设今天飞核家园真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不反对我们大家来公投，这个是另外一个战场，我会好好的再跟你们一起努力。我们的太阳能风力发电，一个1700多小时一年，一个好一点的风力3600到4000小时，容量因子40几%，容量因子10几%，都比不上燃煤的差不多80%。我们当然也非常需要天然气80-90%，可是燃煤这一块，我们深澳电厂是要把旧的机组，污染比较大的旧机组，改成到达近乎天然气的超超临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绿色联盟、环保联盟、公民行动联盟还要反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能源这一块？这是我真的想要好好的请各位，我们认真一起面对台湾的能源问题。不是只有民进党在用电，不是只有反核人士在用电，大家都要用电。如果今天真的可以处理核能废料，我可以支持，但是我认为台湾这一块就这么大，在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处理核能废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资格讲核能电厂。我们光以前用的到现在要处理这些废料，套卡的莫得修啊啦，不要再遗害子孙了。所以呢，我还是再一次的用我的 common sense 最基本的能源的概念来跟各位探讨。我认为深澳电厂超超临界就是台湾必须要、一定要的能源，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宏文陈处长发言，下一位请张志伟秘书长准备。主席和各位先进、各位前辈，大家好。我代表全国工业总会来参加这个会议。那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深澳建厂的一个必要性，我大概从几个角度切入来跟大家做一些那个报告跟说明。那首先就是我也是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产业界最主要对这个电厂的一个，就是说能源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基本上我们是希望政府在那个能源政策里面能够
供电是那个稳定无虞的部分，那我想这是我们产业界的一个基本立场。那我大概从三个角度先来探讨，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确保能源的一个稳定供应，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整个产业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发展，然后包括我们整个那个就是整个温室气体的一个效应，那个高温的一个频率增加的情况之下，其实整个电力的一个系统跟它的负载是不断的攀升的。那我国的就是说从最近几年的整个备转的一个容量来看，其实已经不足，那整个限电的那个危机事实上是会影响整个产业发展。那我想整个产业发展影响的那个后面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就是产生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会影响整个台湾人民的一个就业跟他的一个工作权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为政者对这个部分不可不慎，我想这是第一个说明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来看那个燃煤的这样一个发电的目标，我们讲2025年的一个发电配比是20-30-50，也就是燃煤是30%。可是我们从现今的一个状况来看，就是说2015年我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是燃煤还高达大概45%左右。那2015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就是说到了2020年，事实上有大林跟林口有五部机组它会盖好会运转。那这个部分五个机组我看到的统计数据大概是每一部80万千瓦，那加起来有大概400万千瓦的这样一个就是发电的能量。那再加上我们今天谈这个深澳电厂的部分，就是2025年以后假设它如期盖的话，2025年以后它可能会运转。那换句话说，我们从现在的 45% 的一个燃煤的一个就是发电量来看，那我们的未来2025政府的一个能源政策却是要降为 30%， 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合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齁，就是说假设我们那个产业界大概在稳定供应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反对燃煤，可是深澳电厂到底要不要盖，那盖了之后对整个2025年的这个能源配比它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假如从数据来看的话，事实上是并不合理。包括说我们我看到的统计数据也是应该是105年我们的一个现有的燃煤是大概850亿度电，那假设加上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五部机组它运转之后增加400亿度电的话，事实上到了2025年没有机组会退役，那它的那个就是燃煤的发电量也远远超过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提出来做说明。所以我在想就是follow刚几位前辈先进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几个那个能源的一个发电事实上都各有它的问题，比如说燃煤它有所谓的空污跟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那个燃气它有所谓的安全存量就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问题，那核能过去大家争议最多的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那我们谈那个再生能源事实上它也有所谓的机载跟受天候影响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到底在我们几个可以运用的这个能源的一个方法里面，到底孰轻孰重，要怎么样去做选择？我觉得就是还是应该由人民来做选择。我想这是在有关那个燃煤发电，包括我们整个那个就是能源配比的部分，我想应该政府再审慎的再去做思考，然后而且应该跟国人来做一个比较说清楚、讲明白。那第三个，从那个减碳承诺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谈核能的时候，事实上，核能它是属于发电的部分，它是不会有碳的产生。可是，只要把它除役啦，跟整个那个制造的一个燃料跟电厂的相关运作过程，它大概统计数据里面，大概它会产生每公斤有28克的一个就是排碳量。那假设把高效率燃煤的一个发电来看的话，会有839克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气的话是389克。那这些数据来讲，就是我们再来看核电厂，刚也有先进谈到一个核市场，大概是预计它有200亿度电的一个发电量。假设用燃煤机组来取代的话，事实上它一年大概会增加1000多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就是说我们假设今天是用燃煤来取代我们的那个核能的一个发电的话，事实上不只是增加空污，而且会增加那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排放，对我们不管是2025
2050年的整个国家长期的温室气体减量目标，或者说我们对国际的一个减碳承诺来讲，我想这都是不利的。所以最后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看法，就是说哈，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它新建核电厂的这个脚步事实上是没有停歇的，事实上它还是一个国际的趋势。那我代表产业界再提出一个比较务实的看法，就是说在整个核电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那为了确保稳定能供电能够稳定而且无虞，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就是说再生能源虽然我们设定是 20% 的这样一个到2025年的一个发电目标，事实上从105年跟106年来看，事实上再生能源的一个发电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是微幅的减少。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期待说到2025年它会达到 20%， 这是一个蛮严苛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是会提出来建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再生能源的一个目标进程达成的一个进度，然后再来决定我们几个核电厂到2025年整个要完全除役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视情况然后让有些机组它可以延后除役，然后这样子一个搭配的话，就是比较能够确保让产业界它在投资那个一个建厂的一个或整个企业的营运过程当中里面，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可以比较降低。然后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假设你再生能源你没有办法如期达到你进度的时候，事实上是不是在2025之前，我们部分允许部分的核电厂它是可以继续运转的。那假设你再生能源你可以如期达到 20% 的目标，可以取代再生能，可以取代核能发电的话，我想这个部分因为你有取代性，那产业界当然也不会反对。所以我想在一个核能安全无虞的这个前提之下，我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比较弹性的一个思考，好，然后让我们的核电厂能够有一些比较弹性的运用，我想这是产业界的一个看法，谢谢。好，来那个这个公报上面，好，记录组，抱歉，我刚刚口误少讲了一个万字。我们太阳能发电如果是20吉瓦呢，要使用的土地是20到25万公顷。好，谢谢。好，来请张志伟秘书长。好，那下一位请王明祥教练准备。主席、邱委员、各委员、各部会的长官，还有我们与会的先进，大家好。我是代表就业服务工会全联会来这边表达一些意见。那本身呢，我也身为深澳电厂呢会受影响的区域范围内，我住在基隆，那也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以及疑虑。那首先呢，要很抱歉的跟后面的先进呢说声抱歉哈，挪移了一些这个发言的顺序呢，待会我要到印尼在台办事处呢跟我们印尼议会的劳工组的议员讨论劳工的议题，所以在这边呢再说声一些对不起哈。那我想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呢现在的能源政策呢定调在2025年要废掉核能哈。那首先呢我要主张也是呢赞成废掉核能电厂哈。但是呢这个2025年这个数字啊，我觉得呢是有点粗暴哈。因为理论上来讲我们看到台电呢它所这个建设的进程齁，其实它是有风险的，而且是没有备案的。假设呢它是有一些意外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讨论深澳电厂，那如果它盖不成呢，民众的这个反抗的声音太强烈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去达成的。那
这样子又要怎么办呢？哦，是不是能够来提出哦其他的备案的方式，哦，或者是哦一些替代的方案，哦，来供大家做讨论。哦，那现在我们的能源政策呢，要将绿能呢汰换成核电哈，哦。那我国现在呢，全部的总容量装置是4200万千瓦哈，哦。那我们要预计要达到的是2740万千瓦这个容量哈，哦。那我们之前的容量数呢，我们整整花了40年才达到这样的数字。那未来呢，我们要如何用8年的时间呢，去达到我们所预计要达到的这个容量？哦，这个是有待考验的哈，哦。那台电呢，在这个事件上，我认为是最无辜的一个单位啊哈，因为政府呢，突然莫名其妙提出一个2025。那他就要想办法去填空，哦，把所有设施，哦，所有这些发电量，哦，等等，哦，去把它填空，哦，把它填出来。但是呢，事实上做不做得到，我相信台电也不晓得啊，哦。那意外也不是他们要承担，他只是执行的单位。那你要叫执行的单位来做这个计划，就不够的啊，我感觉台电也是很可怜的，哦。那以前呢，我们民进党委员呢一直在讲说，哦，台电盛很多齁，哦，这个核能厂其实可以不用。啊，现在呢穷了吧，啊，怎么又不够了，到底是被台电糊弄了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以前就多出来啊，现在会变不够。这是到底是谁在搞我们争笑的。而且我们住在基隆，本来就有一个大的烟囱。人说齁，迄食薰盖唔好，但是无人叫人一盖食两支个啦。我即马给人吃一个，啊，我边要要搞起一个。虽然说他哦，你们数据的显示，这个数据这么艰深哦，各位很多的学者专家在这边哦，台电我们都是很专业的人士。哎，你唔是这样专业人士办就好啊，像我们这种市井小民，你搞讲迄我听无啊。我们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哦，现在为什么大家反应会那么大？哎，现在搞讲一个污染，啊，我会破病，啊，我就该讲袂使啊，唔通啊，哦，你搞讲哦，哎，污染源哇，这数值哦低于什么什么，哎，我听无啊，哦，我你啊，我都无啊，你搞讲我对外健康有影响无？啊，有影响你是要安怎用？啊，是讲你可以先把基隆市的这个哦，先把它取消，哦，咱一支就好啊嘛，啊，两支安尼想，安尼是较含嘛吼。啊，为什么得要去当阮家人？要去当阮身后，要去当阮边啊？啊，你台北，你讲台北市用电较凶，啊，无以后咱部分要刷去台中，无去得家好唔好？哎呀，你嘛唔是讲无所在啊？哦，当然是说我们如果大前提是废掉核电，这个我们都同意也认同。但是呢，你不能说非常强硬的说，我为了这个目的，而且为了压在这个时间点上，我硬要强迫我们去接受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公平的呀！一定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一定要压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这个是因为你选举的政见吗？你们有智库，那你们是如何算出来这个2025要废核这个东西？既然你们算出来，就代表你们一定是有研究过，还是说你们就是一个口号，是黑白讲的？那你现在才要来讨论这个？那你们研究了那么久，然后说你们准备好了，拢无问题啊！所有的政策现在哪一个政策不是大家反应那么的激烈？整个台湾闹哄哄的，那所科批讲啊，都在台湾拢在起笑啊，大家就是在吵。啊，这么简单的物件，你地方你敢有去讨论？你敢有去听人要爱啥？啊！但招招一些专家学者，啊，讲一寡都无人听有诶物件，啊，就哦啊，大家讲好，阮遮精英分子讲好就好啊，恁遮百姓恁兜诶代志啊，你听无恁兜诶代志啊。哦，但是真正要说服的是这些平民百姓嘛，我们又不是这方面的专业，而且我们未来有很多政策上，哦，比如说5+N智慧工厂，
或汽机车电动化等等的需求，而用电量又更大了啊。那你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够还是不够？你不能用现在的用电量哦，然后去推算哦，我这样子以后可能会够。那你现在推动政策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会增加非常大的电量，那要不足的时候又要怎么办呢？是不是核四又要来了？什么电厂又要重新运作了？那个都超过使用年限了嘛？嘿，那有一个意外，是不是大家都拢什么拢无啊？啊，为什么要赌这个？你说核能很健康的，你核废料你去放在你家啦，我不要赌那个非常微小的那个几率，一有意外的规个拢无去啊嘛。那但是你又说不可能又要电又要不污染，这是嘛是不可能的代志哦。但是至少哦，诉求是说我们本来基隆就有一座、发电厂在那边了哦，是不是？我能先把其中一个先解决，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这样至少我个人是非常能够接受。你双管齐下，我也不是走动式的空气滤净器啊，你给我顶下数，是非常不公平啊！好、哦，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明祥教练哈，那下一位是苏志芬委员。那苏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好，谢谢。来，主席、长官、各位学者、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想刚刚那么紧张的气氛、大家身体都绷得很紧啊，让来放一下轻松的。这是我这十几年来在我们这个深澳湾，就是我们现在的深澳发电厂的海域、所看到的一些海底的漂亮珊瑚礁照片、我们、慢慢的一张来欣赏、大家、心情放下轻松一点、大家都很紧绷的、这个海扇、是在我十年前、在台电一次环评、所看到的报告说、但这里深澳湾里面、没有什么生态、结果我下去看、看到这一颗海扇、将近有180公分、来下一张、而且、还不是一颗、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多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说、怎么这个环境这么好，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海域上面去做一个破坏呢？来下一张。我们也所知道珊瑚礁是呼吁我们鱼类孕育下一代的地方。如果这些珊瑚礁因为这个黄坡体的建设让这些鱼苗没有办法在 原来的地方做一个呼吁下一代的那个功能的话，我想对我们的鱼类还有渔民的生计应该有相当相当大的影响。好，下一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深澳湾的外面就是我们现在国际知名的那个观光景点大象岩还有那个酋长岩的外面的水深差不多将近15米至10米的地方所拍摄。好，下一张。然后这个海湾就是我们环澄澳湾，我们的旁边是有一个潮境公园，那个护一公园那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稀有的豆丁海马，我们以前要看这一只豆丁海马，我们要花5-6万到国外去看，可是在我们这个海域就有这么稀奇的生物，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好好去保护它。好，下一张。这个是渔业署所投放的在这个深澳湾里面投放的人工鱼礁它渔业署这么多年来在这个那个环澄澳湾里面投放的很多沉船鱼礁、电杆礁然后这些也是为了渔民的生计，然后政府投了那么多的金钱在这里也是为了我们的渔业为了我们的海湾的护育，那如果说这个海湾盖下去之后，它后面所影响到的可能是我们渔业署还有之前政府所投下来的这一些的努力，我想应该都会白费掉。好，麻烦下一张。好，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右手边那个390公尺就是我们瑞芳区这一边的扁梧洞以前早期那个滨海公路刚开的时候很多台北或是北部的民众都会来这里看扁梧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观光景点然
然后来左手边490公尺哈、哦，这里就是哈、哦、我们那个原本的新北市103年划的哈、哦、那个保育区。哦，那现在这个保育区已经划了，然后下面的生态哈、哦、可以说是哈、哦、相当的丰富。那因为这个码头所盖的之后，也可能哈、哦、有所影响。再来就是说，这个码头让我比较迟疑的说，它是盖离岸码头。那离岸码头相对的，真正的可以照顾我们番仔澳的渔民吗？那台电给番仔澳的渔民说，我们会盖码头给你们，让你们停船的数量更多，让你们停得更安心。那请问一下台电，这个离岸堤真的可以发挥到功能吗？好，抱歉，下一张。来，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部分哈，哦，那个 SC01 哈到02哈，这个部分几乎都是珊瑚礁区。那请问一下，这个码头如果盖下去之后，它的热水排放管就在这位于珊瑚礁区这里，那所以排放出来的温水几乎有大达32度，那相对的对于这些珊瑚礁的影响是相当的大。再来就是我们的那排放的温水管啊、哦、进口也好，出口的也好，它会长很多贝壳海粒子。那这些海粒子在管内又没有办法用人工的方式去清除，它必须要用有毒的药水来做清除。那这些清除完之后的有毒药水排放到大海之后，是对我们这一块的海域生态是不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好，下一张。来，我们现在有看到的是我们渔业署齁、哦，为了我们的民众，哦，为了我们的海洋，哦，所投射的，哦，人工鱼礁，这个一座，哦，应该是好几百万啦，哦，可是投了那么多的东西，哦，对渔民的生计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因为这个发电厂，哦，的盖在这一边，海堤的，哦，的盖在这里，哦，然后影响了海流，哦，及整个生态的环境，我想这个是相当的哦，影响很大。那么下一张，哦，来，这个也是一样哈、哦，我们渔业署哈、哦、在基隆市政府去争取的哈、哦、海建号，这个也是鱼礁哦，很大的鱼礁哦，所投放在这个海域的。好，下一张，哦，来，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海域有我们的保育类的动物海龟。好、哦，我们几乎在这个海湾潜水的时候，都可以发现到这个海龟有5-6只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海龟是全世界在保育它的。那如果真的栖息地遭到破坏的话，我想相对的哈、哦，对于我们整个哈、哦、环境也是相当大的改变。来，下一张。哦，来，这个海湾原本就是我们哈、哦、渔民哈、哦，还有这些头足类、卵丝、花枝。哦，还有相当多的哈、哦、鱼来这个海湾做一个栖息啊、哦，然后产卵、呼吁下一代的地方啊、哦。如果政府因为这些所有的建设啊、哦，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生态啊、哦，影响哈、哦、到我们的渔民的生计的时候啊、哦，那政府如何说啊、哦、来照顾我们的啊、哦、人民啊、哦，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及照顾这些渔民？好，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苏志芬委员发言。好，我今天来参加这个公听会哈，是因为台湾的话有一群哈专家学者，那他们早年的话都到美国去留学哈，啊，现在的话就陆陆续续回到台湾。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自己就成为一个台美，然后也成一个台美的绿色联盟。那因为今天这个公听会的话，就是在作业上的话来不及请他们，所以我大概就也代表了，当然我个人也觉得他们提出的见解也是我能够接受的。那但是大部分的内容来讲是来自于这个联盟的话他们所提供的，那我的助理的话再稍微把它简略的话再把它处理一下。那今天的话，公听会的话，我们在谈就是说，我们国台湾的话，到底需不需要建哈这个深澳电厂哈？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疑虑了，有几个民间有几个疑虑，那是那个疑虑的话，就是我自己身为国会议员，我也有这个疑虑。好，那我觉得
我们平常的话都是还有很多的机会的话可以跟相关的部门接触，但是我发现在跟相关部门接触的时候我仍然是得不到答案，所以我就很乐于然后就代表台美和绿色联盟就是在这边把他们的意见就是讲出来。那我们首先提到就是我们能源管理法的第一条，我们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要促进能源合理及有效的利用，当然也要考量到环境的冲击，还有要兼顾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就拟定了一个能源的发展的纲领。所以在下我就来讨论说我们发展能源的纲领还有我们的能源的路径，我们怎么样让民间知道，如果我们让民间很清楚的知道的话，或许啦我想很多政府跟民间的争议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那么也可以让行政机关我们在这里相关的业务的话会更有利更利便。好，民间又提出来代替深绕电厂的可能性有没有，我们在发展多元绿能的我们有没有加上储能系统，再来的话我们台电的智慧电网还有加上节能啊，这个部分的话到底我们的时程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的能源的路径是怎么样，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交代清楚来讲的话，我觉得民间永远会有地热的专家，也会有微型水利的专家，那么也会有其他要开发多元能源的专家学者呢，会不断的挑战政府。那他在他们挑战政府的当中来讲，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误解还有这个间隙就会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对执政还有包括行政团队经济部的次长还有环保署的副署长，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我觉得人民跟行政团队的间隙的话会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不能理解。我们现在谈一谈，我们通常在讲机载电力，地热可不可能做成机载电力，可不可能，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么台湾的地热到底储存的含量或者它蕴藏的容量到底多还是少，那也许民进党的话行政团队上来来讲的话我们时间不够长，过去的话或许我们的地调所包括我们的中油，我们可能在地热我们的资源的盘整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资源不够，可能我们的资料的话我们也盘点不够，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台湾地热能不能做一个地做一个基载，那再来我们要请问储能啦，储能做了没有，我刚才听到有一位专家还有一位就是一个代表，他有提到说台湾难道不需要核能吗，那我就请问就是说如果身为一个企业界我们的行政我们的政策有没有要求他们在储能各个大的企业他们在储能方面他们有没有做相关的投资，也就是说整个在发展飞核家园的过程里面不是政府一头栽下去的话拼命往前冲，是怎么样带着全民的话要往前冲，所以我们在谈到储能到底有没有做，这个储能的政策到底未来的发展的话你是大概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你的储能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储能的话可以发展呢到某一种程度的话它可以替代什么样，它可以节电的话它 又带来什么样的能源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政府的话是有必要要交代清楚了。好，那我们储能看完以后我们再来看台电的智慧电网，台电的智慧电网什么时候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知道就是台电的智慧电网在做，我们也知道说智慧电表有开始了，但是智慧电网跟智慧电表这两个息息相关哦，那就问题是现在到底是做到哪个，你到底做到哪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都有必要 让人民知道，当人民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工程能源的工程来讲的话我们确实也有困境，大概没有办法一步就到位的时候，让人民清楚的得到这些资讯，我想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能源的政策到底要怎么走，那么深绕电厂到底为什么需要做，我想这个都是有必要再来交代清楚了哈。那么我最后的话大概就是要跟这个大家交一点意见哈，也就是说能源转型的方案哈，我大概有具体的哈，也把台美的他们的联盟的意见讲出来哈，启动地热发电厂的专案哈，同时拟定地热专法，然后要展开国际的招商，那么第二点的话加速建设智慧电网还有储能的系统以增加机载及尖峰的供电能力，还有全面盘点
燃煤电厂转型的路径，思考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像这个燃煤电厂，如果未来都要达到30，那我请问，我们云林县麦寮发电厂这座燃煤电厂，它要到运作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都是很快就要逼近的，毕竟行政团队的话，你们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能源的路径，还有包括能源的话，我们所应该在储能、还有在节能、还有在智慧电网、还有电表上面来讲的话，都是亟待努力。好，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好。那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些地目的变化，做一些会。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就说。好，我们继续开始公听会哈，继续开会。那接下来请江旭成教授。叶中光教授，请准备。好，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好，我今天呢想就深澳电厂它环境影响差异分析里面空气品质模式模拟来做一个这个解析。那这个呢，是在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差分析呢，要进入到这个大会审查之前呢，这个新北市政府呢，他们发布了这么样子的一个新闻，他们说这个深澳电厂盖了以后，这个 PM2.5 日平均浓度的增量呢，会达到这个6.871大概大家一看，这个值呢。真的是很高它呢比这个台电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又差了好几倍。那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表格呢，大概心里呢就会非常的疑惑，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深澳电厂它的影响这么大呢？为什么两个单位做出来的结果差这么多呢？那也许呢下面呢我就来陈述一下我的看法。那事实上呢，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比如说6个微克每立方公尺啦，基本上它是代表所谓的最大日平均浓度的增量，它不是说每天都会增加这么多，不是说现在这个空气品质标准是35微克每立方公尺，将来呢要增加20%，事实上呢它呢并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呢代表的是在比较不利的这个气象条件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它可能增加的这个增量对日平均值它影响呢大概是这么多。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呢，它呢是不会增加这么多的。我们曾经呢把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分析，一般来讲呢，这个日平均这个最大日平均浓度增量跟平均浓度增量，其实呢，它差蛮多的。大部分的日子，几乎呢80-90%，大概它的值都远低于这个值。那这个环保署里面呢，它规定日平均浓度增量，它计算的方法呢，它是要取网格计算模拟期程内各日平均增量值，然后呢，把这个值由高到低排序后，取第98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值。那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它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算出来的结果呢，你可以呢把最大的那几个值呢把它剔除掉，因为呢譬如说98%，你可以把最上面2%这个值呢你可以把它剔除掉，那这个样子呢它就不会这么高了，它会稍微降低一点了，它会稍微降低一点。好，那这个呢是最大日平均浓度增量。如果呢我们再来看所谓的年平均浓度的增量，这个呢是把一整年它可能对它平均浓度它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拿出来呢
来做一个这个判断。那在这个地方呢，哦，首先我们看中间那一栏，这个呢是这个深澳发电厂它在做环境差异分析的时候算出来的这个结果，最大的呢大概发生在台北市，它只有 0.078、哦，事实上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高。那新北市呢，它算出来的结果呢是 0.143， 新北市它最高呢是发生在基隆，大概呢是 0.208。 好，那因为新北市是用2013年，而且呢它做一整年的，那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些人也可能会质疑啦，就是说为什么台电你只做两个月？那这个呢是因为环保署呢它公告模式使用规范里面呢它是规定做两个月，而且呢这个计划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做了，那时候呢是规定用2010年的资料，那台电呢大概他就赶快再做一次模拟啊，他用2013年配合新的这个 TEDS 9.0 呢，他再做一次，哎，做出来的结果呢年平均浓度的增量大概跟2010年他算出来结果差不多，但是呢还是比台北市政府呢他的这个值呢还是比较小了哈，就是台北市政府呢还是比较高一点。那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不管怎么样两者的差异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增量到底是不是很大。那因为呢 PM2.5 年平均浓度标准呢是15微克每立方公尺，那如果呢按照这个新北市呢它增量呢它会影响的这个标它的幅度呢大概是 1.3%、哦，大概 1.3%。 那如果呢是按照台电不管是2010年啊或2013年它影响的这个幅度呢大概是 0.5%。 好，那这个呢基本上当然还是有点差了，但是这个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譬如说哦，这个报纸上写这个差的这个它增量可能达到七个这个微克每立方公尺啦，它会增加20%，好像真正对这个年平均浓度的它的影响呢其实呢大概两者是有差异的哈，大概我们可以说是小于 1.5% 吧，大概这个呢是两方面共同哦，大概算出来差异呢是在这个地方。好，那也许也很多人就质疑了，为什么两边差那么多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呢，哎，对不起，两者呢用的这个评估方法呢是不太一样的哈，台北市呢。这个新北市呢它是用诊断式的封场，然后呢再加上 GTX 的模式，台电呢是用 WRF 的封场的气象模式，然后加上 CAMPS 它的这个扩散的这个模拟。好，那这个是两者的比较了哈，我们就把它跳过去。那这个在做这些模式之前呢，我们都要做一些验证啦。那这个验证结果呢，看起来也还不错了哈，看起来还不错。哎，那这个是算出来的这个风场。那这个呢，在模式的部分呢，两个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那这个新北市呢，是用庄教授他所发展的 GDX 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它有它的好处，它呢可以从排放源就开始追踪。它可以开始呢算，所以说呢，它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地区呢，它是非常有效的。它对近地区的模拟呢，其实讲起来，它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如果你要跑到几千公里外，还用这个模式呢，就要小心了。因为呢，如果你不去考虑风切啊，就是所谓的 wind shear， 那你呢可能呢会造成一些很大的误差，因为所谓的风切呢，就是风向、风速，它会随着高度改变。那有时候呢，甚至呢会往不同的方向去走。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不考虑风切，算出来的结果呢，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哦，就会浓度就会有点高估了。好，那在这个部分呢，大概可能呢，可能有这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啦。但是当然呢，也可能是这个哦，比如说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输入资料啦等等。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待进一步，也许啦，就是可能呢，
大家在互相检讨，就是看看到底呢是怎么样子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报告到这个地方。好，谢谢江教授。现在请叶中光教授，那陈兆龙教授请准备。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官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那我想，可以帮我放一下。这个礼拜一哈，我在这个平面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哈，那主题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深澳电厂。那我真的觉得哈，就像我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写的哈，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的政府里面的首长啊、官员，为了未来的这个供电配置的问题哈，都已经得了一个焦虑症哈，所以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哈，跟他正在做的事情都不一致啊。这其实让我们蛮担心的，就是说整个国家未来能源的前景到底会怎么走哈？从他们发言跟他们现在真正在做的，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一致性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为了解决这个核一厂跟核二厂即将在这个分别核一的一号机要在今年底除役，核一的二号机会在明年中除役，那么最在北部的这个核二厂呢，2023年就要除役了。那你现在呢，核四又决定要停建，那所以呢，北部到了快到了这个2025年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呢，那明显电力的供应就会不足。那电力供应会不足的情况底下，这个政府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执行的时候，他最后能够选择的就是来新建这个曾经是选项之一的这个深澳燃煤电厂。好，那这个深澳燃煤电厂它的这个排碳量，我想有很多专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所以这个排碳明显当然会增加。如果你跟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核一核二还有被停建的这个核四厂来比，从排碳的角度来看，这深澳的新建绝对是导致这个排碳量能够上升。那虽然我们的行政院长在这个公开场合都已经说出来，这个深澳电厂烧的是所谓干净的煤哈，那么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没有所谓的煤是干净的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我们的行政院长深深的了解，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是会缺电，因为会缺电，所以他必须要找出一个替代方案。那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个非核家园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他最后的选项就只能跑到燃煤电厂。那你说他为什么不选燃气？那因为基隆的腹地，他根本就是靠近基隆这边的腹地，他根本不适合燃气的一个电厂，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最后的选择就是燃煤发电。好了，那行政院长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发言，接着我们的总统呢，在这个月的15号在接见环团的时候，又说，我这 quote 哈，这10年是台湾能源政策转型最痛苦的10年，希望大家共体时间。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心头一震啊，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啊。我们记得蔡总统在选前的时候给我们定了一个愿景哈，这个愿景怎么讲的哈，这边念给大家听哈，就是这个规划10年后的绿能发电比例将提高至20%，预计可以提供500亿度的电，不预期电价会有上涨的可能，并且保证不缺电。好，并且保证不缺电。那现在我们再来对照，我们以现在的情况哈，再来对照蔡总统选前所许下的这些承诺，那很明显的，总统在这个月15号接见环团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是，今年是2018年啊，各位，总统说10年哈，所以就到2028年，已经超过2025年了哈。那缺电的情况就会延续到2028年，所以他现在逼得没有办法，他的选择是什么？深澳电厂。那刚刚讲的行政院长跟我们的总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近发言经常被挑战的，就是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我们的徐发言人。
为了护航我们的这个深澳电厂，那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深澳电厂盖不盖，就像在家里要放一桶煤或者一桶瓦斯，还要我们自己想一想。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学生了，我说我们的行政院发言人讲出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大部分的学生都回答说，他可能是要我们思考说，哎，放天然气的危险性可能要比放煤的危险性还要来得高。那我说，哎，我的想法跟你们一致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结果我们的发言人说，不，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能源安全，所以考量能源安全呢，燃气是不太可以信赖的，因为这个船一旦进不来，我们的安全存量只有7到10天，船进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断气，就会没有电。哎，那这句话一讲出来，我就觉得，那你干嘛还要盖大潭呢？哎，各位，大潭的7号机还没盖完哦，大潭还有个8号机跟9号机哦。大潭的8号机、9号机再盖下去的话，我们的燃气发电才有可能达到蔡政府讲的50%。哎，那你现在自己跟自己打脸说燃气可能会有能源安全的问题，那你就不要再执着在大潭了嘛！你千年早教的问题你不去解决，然后你一定要去盖这个7、8、9的3部机组，那你自己又说燃气会有能源安全的问题，我实在是搞不懂哈！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要怎么样去说服民众说，未来我们的燃气要提高到50%，我们的燃煤要降到30%。前面先进有提到，我们的燃煤在去年有45%，你在2025年要把它降到30%。前面几位专家也有讲过的，你现在根本比例太高，你到2025年要把它降到30%，你是要关闭电厂，哎，你怎么会就要盖一个深澳电厂啊？这不是很奇怪吗？那你是怎么样？你这钱太多没地方摆吗？所以啊，对于这个其政府的我们的首长也好，我们的这些官员也好，我真的觉得哈，大家讲话真的要前后一致，跟你做的行为真的要一致哈。这2部深澳的机组也才不过120万千瓦，核一厂的2部机组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20万千瓦。如果你再把核二跟核四加起来，这6部机组600万千瓦，各位，不但深澳可以不用盖，你连大潭这个不符合能源安全要求的这个燃气电厂，你甚至都可以不要，你可以发挥全力去保护我们的千年藻礁。那放着这些可以用的选项你不做，然后你要去盖一个大多数民意都反对的一个深澳燃煤电厂，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这个政府的想法跟他当初给我们规划出来的愿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样大的一个差异。然后这个再生能源的20%，如果你真的能够达到再生能源的20%，你怎么会有这个深澳电厂跑出来呢？那你不是拿你再生能源的20%就来填补这个缺口吗？很显然的，蔡总统在接见环团时候的再苦10年，就是已经预告我们2025年20%的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是做不到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好，谢谢叶教授。现在请陈昭荣教授，吴晨晨研究员，请准备。好，那大家好，那个我想我自己的专长哦是在电力方面哦，包括电力系统，包括再生能源，包括发电。那我一直觉得哦，我想发电这件事情哦的主角应该是在电力系统哦，在发电这边。但是我总感觉在台湾哦好像有一种无力感，为什么呢？譬如说刚刚发言的顺序哦，电力的哦摆在最后面。前面其他的环境的其他那个
环保、空污、都放在前面。那我想，法规的、放在前面。那在这方面、所以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譬如说有一部车子，我们要开车要前到某一个地方去。那到某一个地方去呢？可是现在应该是大家同心协力，我们设法让这一部车子，我们把它前面的路遇到的障碍把它铲平，而不是设了很多的障碍，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应该我们通力合作的，把那些问题，我们借由各界的专家，借由环保的，借由法规方面，我们应该一起配合，我们来让这个车子达到它的目的地。那我想在花店的这件事情上，应该也是这样。可是我总感觉，其实学电力专长的，在国家的，这些花店，这样现在很被重视的情况下，电力系统专长、花店专长仍然不被重视，仍然我们好像是一个配角，好像就说啊，我们就把门槛全部设了，你们看着办好了，你们要怎么做，我们不管，但是你做错了，我马上告诉你，你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我觉得，但是台电公司，我觉得台电公司好像也是，我就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无奈。你规定了很多不能做，可是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还要把电花出来。你不能缺电，缺电可能某某人就要怎么样，要下台，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想在今天的议题当中，我们应该能够来使得，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我们一起怎么样来努力，让花店可以来做。好，那我想我昨天有收到这个整个今天开会通知有讨论的提纲，那我也觉得很讶异，其实前面的专家学者所讲的好像都没有按照讨论提纲来做。那我可能是比较学校老师比较守规矩，我想就按照这个讨论提纲，我想我来做进行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聚焦在这一次的我们的公听会的一个讨论的议题上面。好，那首先我想针对备转容率这样的一个考量，当然就是你多一部发电机，多一个发电机组，我想备转容率备转容量一定是好的，因为发电机可能需要每一年有定期的维修，它可能真的还是会发生事故，可能还有甚至线路的问题造成发电机不能发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电厂多对调度来讲它是好的，对供电的可靠性还是好的。那供电的区域平衡，实际上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电北送是非常严重，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最近十年才开始，其实从我念硕士班可能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在做研究就发现台电的电一直是南电北送、中电北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因为那样子，所以我们很多研究题目可以做，因为稳定度不好，因为可靠度不好，所以我们就很多的论文、很多的发表，那甚至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就把台湾画出来，这个台湾的线路就是南北，南北的连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电网，所以以至于南电北送、中电北送对稳定度、对可靠度有很大的影响。那从电力的专业，我们就是要设法去提高它的稳定度。那提高稳定度的这一方面，当然就是如果能够就近供电，这个一定是提高稳定度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另外当然南电北送、中电北送，它也产生了输电线损失的问题。那输电线损失当然就是包括的，就是我们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增加发电量来在输电线让它来损失。那对于我想台电公司或者我们在专家学者，我们所努力的就是希望台湾的电网是一个安全供电的一个必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燃料的多元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多元，可能有天然气、有再生能源、有烧煤，那或者现目前还有核能，因为每一个的它的都有它的不确定性。虽然各有优缺点，但各有不确定性，所以使得在我们做烧煤的时候，它有它的一个优点。
那燃料储存天数，这刚刚也提到过了。好，那第二个，它是不是有替代方案？好，那其实北部，其实电厂目前，我看了一下，在新竹以北，大概只有这几个，电厂，深澳、协和、林口、大潭。好，那其他地方，不是电厂，我想盖就盖，它必须要还要有输电，电量可以送得出去。好，那所以其实合适的地方，比较合适的地方只有这几个。那其他燃料，你知道是气，或者核能或其他，我想，这个也是其他的议题，而且我想，很多委员都已经提到过。好，那有没有可能使用更好的超超临界的发电机呢？好，我想目前这里深澳所要采用的发电机是目前看起来是世界这个超超临界最好。好，当然在未来在盖厂的这几年可能有更好的出现，所以它有机会。那我相信我们也希望台电可以购置这更好的超超临界的发电机。那有没有更好的空污设备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盖的这几年如果有更好，我们也是期望台电能够就是采购更好的。好，那针对第三个议题，对空气品质的冲击，那从这边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其实在环评承诺这个值实际上都比现在的燃煤电厂，现在的很多甚至民营的燃煤电厂都有已经很降得很低。而且这个深澳所要盖的电厂实际上在林口的一号机跟二号机现在已经在做，那林口一号机还算是比较就是已经几年前的，那新的我想深澳可能会比它更好。那林口的实测值我想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可以信任的。那另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空气品质的冲击上，其实深澳电厂它实际上是相对是小的。好，那我想整个最后的结论，其实台电是一个国营企业，一个国家的企业，而且接受民间的监督。那我们台电的目的，我们期望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电供电，使得我们在这边我们没有天天有缺电的恐惧。而且我们也知道台电实际上这几年它的数据都实际上是公开的，所以我未来也可以有很好的监督。那所以以上报告，谢谢。谢谢陈教授。那接着继续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大概顺序是这样的，因为照立法院的相关的规则，我们一次可以请15位的专家学者。那大概我们会民进党可以推荐8位，然后国民党5位，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各1位。那大概会用报来的顺序，然后穿插顺序这样交换，所以没有说特别把这个那个台电推荐的，或者是说所谓赞成方的排在后面，那因为台电也比较晚报这个名单过来，所以像这个就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因为立法院今天其实已经围了好几天的了，所以今天有可能也造成大家来立法院的困难，也这边跟大家致歉。好，接着请吴研究员，那陈昌明委员请准备。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我们这边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那在之前我们刚其实前面提到了很多前辈跟学者有讲到这个深澳电厂在这个必要性是有很多的质疑，但是在这方面的讨论，前面有很多发言会导到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头再去选择一个同样传统大型的发电方式，就是重新去选择核电。那我们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非常遗憾是导到这种方向的，这等于是在告诉人民，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糟糕的高污染的燃煤的选项。那如果你不选这个，就只能回到另外一个同样是污染危险的核电的选项。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同样还是应该要回到我们这个2025年到时候台湾的电力系统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到底什么样的投资才是能够让到时候的电力系统更趋于稳定的讨论，我们认为才是重点。所以先从第一点来看，我们认为
这个深澳电厂是一个1000亿的投资案。如果我们先不从环保的角度来看，我们单纯就是从这个机会成本的这个投资怎么样才是精准的这个眼光来看，我们认为这里面其实有三大项的问题。第一项，在前面这个台大风险中心的数据其实已经很明确的已经提到了，经济部跟台电不断在讲说这个2025年北部的这个备用容量率会不足，或者供电会不足，但我们可以从这个台电公开的数据跟台大风险中心的估算里面可以看出，只有在这个节电成效最差、尖峰负载最高的情境之下，北部才会出现17万千瓦的缺口。那即便是相比2017年57万千瓦的缺口，其实这个缺口都是逐年在缩小的，所以你要把这个17万千瓦的缺口，相当于是北部用电量 1% 左右的这个缺口，讲成是好像只能用一个运转三四十年的燃煤电厂才能解决，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具有误导性，而且是不正确的。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17万千瓦的缺口，其实我们认为都还有更好更精准的替代方案，而且是可以对应到时候2025年这个电网的需求。所以第二点，我们也要再强调，在这几年这个前面也有提到，台湾的空污现在大众的认知度已经越来越高，已经越来越关注这个空污污染的问题，再加上这个电力的排碳系数的限制，我们相信未来台湾不只是这个深澳燃煤电厂，包括中部的机组也是，到时候燃煤电厂会维持在这个低度的运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个1000亿去盖一个到时候不会满载，它可能是会等同于说蚊子电厂这样子运转的这个深澳燃煤电厂，花这么多的钱，浪费这么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那第三点，其实刚刚也有很多前面的专家学者有提到，到了2025年，到时候电网的形态是跟现在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到时候的电网会有 20% 都是来自于再生能源。那你要怎么样让不同的能源之间调度去可以符合这个不同再生能源它间歇起伏相较于现在更复杂这个形态，其实传统的燃煤电厂是不具有这样的优势，它的升降载都比较慢了，而且它并不符合到时候这个再生能源它整天发电的这个不同的升降的形态。那相较之下，这个燃气机组它的升降比较快速，其实相较是比较符合的。而且刚前面有人讲到这个天然气存量的问题，我们这边也要特别提供资讯的更新，在2025年天然气的安全存量已经是提高到11天了，这边提供给大家作为资讯更新的参考。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能不能够让到时候的电网里面有更多的储能的系统，还有智慧电网的基础的部件，那还有包括这个抑制尖峰相关的提升能效节能的措施，其实才会更精准的对应到时候电网实际要的需要。那加入一个这个升降载比较慢这个传统的深澳燃煤电厂，其实反而是会为当时的到时候的调度这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这边提出了四种我们认为比起这个1000亿的燃煤电厂的投资是可以更精准的对应到时候电网需求的方案。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个17万千瓦的缺口，我们相信它这个缺口并不是很大，一定是可以靠这个抑制尖峰相关节电的措施来弥补。所以我们第一点提出的是扩大可靠型的蓄量反应措施来抑制这个尖峰。那所谓这一点就是进行削峰填谷，把这个尖峰的用电量移到离峰的时候来使用。那在国际上进行这一点，透过用户聚合商其实都已经有很好的成效，在美国跟韩国都有抑制当天的尖峰用电 8% 到 10% 左右的这个成绩跟经验。那我们知道台湾在去年其实有推动，但当时台电一直并不是很积极，但我们认为这一点其实现在立刻可以做，而且台湾有很大的潜力可以用这一点的措施在夏天的时候去移转尖峰，这是马上可以做也应该要赶快做的措施。那第二点是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在各县市其实推动了一个新节电的运动，总共是100多亿的经费，其中有70几亿的经费是给各县市政府来做这个节电政策的计划，那预计要在3年节省下40亿度电。大家可以比较看看这个100亿左右的这个经费要省下40亿度电，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深澳燃煤电厂1000亿的这个经费计划投资在这一半就好，投资在节能，它可以创造多少的效益？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数据，现在在国际上，同样的钱投资在核电一度核电上面，如果改投资在节能，可以节省到2度到3度电，它相当于减少了碳排，就等于是关注一
做燃煤电厂的1到2倍，所以把同样的钱投资在节能，它绝对是更具有成效的。那第三点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时候这个电网的复杂的程度，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智慧电网的部件，还有储能的设施，还有输配电的基础的运用，去增加到时候调度的韧性，才是到时候会需要的基础部件的经费的投资的项目。那第四点是关于这个推动太阳光电的投资，到了2025年，这个太阳光电的成本应该会大幅的下降，低于化石燃料的成本。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知道北部自己用了很多的电，如果能够用这个再生能源来弥补，提高自己的能源自给率是更好的做法。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台电现在在自己也有，台电跟能源局自己也有承认过，目前我们对这个再生能源的尖峰转换效率评估的这个是比较低的，我们只有评估到它的转换效率只有太阳光电只有 20% 左右。如果能够重新评估这个转换的效率，其实我们都可以评估出这个绿能太阳光电在台湾是有更多的发电的潜能的。那关于太阳光电这一点，我们也要举一个成功的国际经验来让大家看看，在国际上其他城市面对到自己的城市用了很多的电但发电量不足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不是回头去选择一个核电厂或一个燃煤电厂，他们的选择是透过节能跟绿能来达到这样的成效。我们这边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首尔的案例。首尔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在2012年，他们用减少一座核电厂计划，透过节能已经在2年内减少96亿度电。那在这里面有总共有80多%左右是来自于节电跟提升能源使用效率，13%是来自于发展再生能源。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他们回应我们在面对这个能源自给率不足，不应该是在盖传统的发电厂增加装置容量，而应该是从节电的这个角度来进行，才是对于城市的电网安全稳定更好的做法。那他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计划，目前浦仁纯在去年11月已经公布，他们最新的计划是要朝再生能源的发展来推动。他们希望在2022年太阳光电的装置可以达到1GW，相较于是现在的10倍。那他们这个计划里面有几大重点，其中第一大重点是希望在首尔家户里面平均3户就可以有1户参加。那2018年之后新建的建筑物都必须要装设迷你型太阳光电，对于既有的公寓型也会持续的补助太阳光电装设的这个经费。那第二是在首尔所有的公共建筑跟腹地都必须要装设这个太阳能板，同时在计划里面加强市民跟公民治理的参与，同时也推动这个太阳光电产业的一条龙的措施，让民众可以拥有这个售后的服务。我们可以从首尔的案例看到，面对这个北部用电量高、能源自给率不足，绝对不是只有盖电厂这样的一个做法。节电还有推动绿能，其实才是真正精准的投资，对应到时候电网需求的。所以在这个最后面，我们其实除了我们要用刚刚的案例来让大家知道，深澳燃煤电厂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会造成到时候电网会有更多不确定性，我们也要呼吁经济部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很多分散的数据来误导民众，说到时候北部的缺电是必须要有深澳燃煤电厂才会足够。但是我们就台大风险中心的估算跟台电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求经济部现在应该要公布以上三个数据。第一个是从2018到2026年全国跟北部逐年装置容量总量还有总净尖峰能力逐年增减的数据，还有增减原因的说明。第二点是请提供2025年之后全国备用容量率以及它变化的原因的说明。第三，请提供2018年到2026年全国跟北部逐年尖峰负载预测的相关参数。那这个预测应该是要符合现在温室气体阶段管制目标，还有在这个最新的能源白皮书里面节电目标的相关的参数。请就这三点提出完整的数据跟情境的预估，对大众说明，而不是用分散的数据来误导。我们希望经济部可以尽快提供以上这些资料，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陈昭明委员，庄秉杰教授，请准备。主席、各位列席的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官员，大家好。今天听了各位学者、专家的论调，没有一片倒，大家把实情讲出来，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在国民党执政跟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很多人的讲话已经不实际，但是我仔细听了今天大家讲话，确确实实在反映情形。那首先我谈到环保环评的部分，那个游泳教练黑黑的人很帅的，你要坚持你的理想跟原则，那么漂亮的地方不要被破坏。
那这边我仍然要讲一次的话，我跟环保署的署长、副署长、张副署长，从明令的时候，我跟他这样仔细看了，对了好几次的时候，我发觉，我以为你很崇高、很尊贵，但是当孙老环评厂评票，你去投下那一票啊，我觉得是为了官位。你说为了经济的发展，台湾整个经济情况的发展，就当初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把台湾搞得昏昏隐隐，好像哪一个地方不对，连一只蝴蝶再飞，也要以后一只蝴蝶要再飞。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一定要坚持，不然我就说你被人家摸摸头。我们都很了解这样情形啊。那个教练的名字，王教练特别注意。然后又有人谈到一点问题。刚刚有教授提出来，民进执政喊是会有家人，2025年要喊完成，国民党的时代讲2050年要完成。我唔知我民进党比国民党较强，差距在五年，他要把那个会合会掉，以我们的再生能源来替代。跟民进党较聪明，国民党较戆。今天我仍然要讲一句话。如刚刚有一个教授所讲的，说要我们供体的时间少用电，少用电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大家到百货公司去。当初保证不缺电、不涨价，现在已经慢慢在涨。现在我们的燃料能源在马英九时代跟这个时代讲，马英九的买的那个燃料的能源，好、哦、高了50%。但是我们现在电价比马英九的时代还高，您打个心宽买，它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升上去，给大家没有感觉。当时一度电要涨了多少，骂死了。现在为什么不讲？那么多人不跳出来讲，我觉得台湾变了，你们不要气馁，你们讲的是吧？要坚持下来。所以还要谈到一桶煤跟一桶瓦斯，啊，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所以刚刚那个有一个陈教授，电力系统、发电系统，我跟你讲，这是台湾的悲哀。台电公司只有执行政策，我也跟陈教授报告，我听到台电人说，再生能源不可能在2025年完成，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为了执行命令，只要听命来做事情，啊，这样你当年为的台湾未来怎么样，涨价怎么样？那刚刚我听到一个学者专家讲，北部的发电量已经是过了，那为什么要一个深澳电厂？我也深深的在想，他的问题就是再生能源怕到时候不能完成，一定要一个深澳火力发电厂来补足，才设立一个火力发电厂出来。至于说中电北送，我家在苗栗。苗栗通宵的火力厂，三部机子，现在又加了三部、六部机子，难道从苗栗送到台北有多大的困难吗？为什么要做那个火力深澳的火力发电厂？黑龙自圆其说，就是怕再生能源我们的力能不能达成。刚刚有一个企业界总工会，你讲的电的稳定来源非常重要。第二个电价，现在执政党不敢讲电价会不会涨。成本要去投资都没有算出来，你们现在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做的说的一套，做的又一套，按那个贵呀。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希望能成功，但是以这样的速度，以这样的做法，将来会遗害我们的子孙。将来我们发电的电价到底要涨多少？现在政府都不肯谈，所以大家又谈到。核能安全的问题，你觉得绿能就安全吗？要是阿强啊，我要打台湾很简单，我就寻找你绿能的目标，把你打一打，你就缺电了。可以给我多讲一点哈，我是把实情还原给他。另外有很多不是讲真实的，为了政策在辩护，我也跟你们讲。啊，你说天然气发电国安问题，真的是十几天。啊，燃煤的问题，有空污的问题。其实，再生能源、绿能，以现在太阳能、风力发电是看天吃饭的，而且它储能的技术，到现在
希望能突破，但是没有突破的话，它的转换率是非常低，这个是最大家一个担心的问题。那现在就要大家谈到深澳电厂超超临界哦，到底是不是晓得有那么好？干净的煤烧出来超超临界的机器会烧得那么好吗？这个实在让人家存疑。为什么存疑？如果有这么好，那就不要设天然气的发电厂。天然气的发电厂跟超超临界一样，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又比较没有保障的天然气，你要设的那么多？实在政策真的是互相矛盾。我希望你们在这真的要讲实话，发挥道德的勇气，爱护台湾，保护台湾。你们要把实话讲出来。我今天听到大家还蛮讲实话，没有一面倒的现象，在此表示敬意，谢谢。好，谢谢陈委员。陈委员，中共如果要打的话，可能会先打核电厂，不会去打再生能源厂。你看，又这样。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他绝对不敢打核电厂。核电厂外泄的时候变成核子战了，唔通往内恐吓，他绝对跟你瓦斯厂、南美厂先打，核电厂他不打。你那里公公用铁链来编编线，如果讲的不对来找我，他绝对你核电厂他不敢打，他打的就是核子战，会受全世界的批评。唔通往内来搞我吓啦，好搞在我有经验，无你吓过。好，现在请庄秉成教授。大学的。啊，现在有请庄秉成教授，谢谢。各位好，我是中英大庄秉杰，就是新北其实是委托我这边来做的哈。那刚刚其实我的老师江旭成老师哈，那他是台电委托来他来做，好，所以其实我们两个讲法，其实刚刚谢谢江老师也称赞模式有很多的优点哈。那模式的确也有一些缺点了，不过现在模式有差异，我想我们承认哈。那我稍微来看一下一些东西，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哈。对，那这边是下一页，不晓得怎么处理。黄色是好，对，那当然就是说最近其实有不少大官在批评说我的模式就新北模式报告不符合国际标准哈，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我的模式不符合国际标准，还是江老师的模式不合国际标准哈？那有时候就很困扰。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国际标准哈？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做我们做模式的人，大家知道说所谓的标准大概就是环保署有公告一个叫性能评估哈，就这边所看到的，你必须把全台湾的环保署的这些测站哈，做一些看看有没有误差啦，那它相关系数高不高啦哈，那因为 PM2.5 里面有原生性的 PM2.5， 那也有衍生性的这些 PM2.5 中的硝酸铵跟硫酸铵哈，所以在做性能评估的话就要针对 PM2.5 和二氧化硫跟氮氧化的评估，看看误差大不大哈，那。其实当初在定性能评估的话，我也有参与了，所以那时候在做性能，其实大家都有点想像是说希望有更多的模式可以进来，那让国内的这学术界可以蓬勃的来讨论科学问题。我想当初的一个建议是这样子，那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模式其实还不够好，那譬如说二氧化硫的这个误差哈，可以到正负65%，也就是说我可以观测是。这观测是10好了，我可以模拟到3好 ,3.5, 比较 3.5 高一点点我就符合性能评估了，好，这误差了 65%, 那氮氧化也是一样，好，也可以误差到 65%, 好，就可以高估 65% 或低估 65% 都可以，好，但是 PM2.5 大家比较关心的话，他说那只能误差 35%, 好。那时候大家说，那你就大家跑一下自己的模式，跑完之后，那就把它卡到一个水准，说正好大家可以过啊，就叫做性能评估了哈。好，不过那个时间点其实因为国光石化的关系，我的模式用来算这个就是全台湾会受损23天哦，所以那时候的环保署其实不太高兴了哈。对，所以很多我的东西就把我排除在外了，譬如说我的模式本来是可以模拟1000多吨的。污染量的，后来说庄老师的模式你只能模拟500吨以下，太高污染源你就不能模拟了。
那我也申诉无门，所以后来这个 就公告了，对，所以很多故事大概都是有一些背后的故事，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就是说其实国内并没有所谓的所谓的国际标准，应该只是说大家目前国内的技术加上一个国内很复杂的地形比美国来复杂，在这么一个很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希望更多模式可以进来，那能够对一件事情好可以提出各种可能的范围。好，那江老师提出按台电的要求，他评估可能深澳电厂影响范围，我受新北的委托为评估深澳可能影响范围。那在我们学术界来看的话，这个都是目前国内技术的一个误差范围。我想我先做这样 comment 哈。那下面问题就是说，那我来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江老师所模拟的会比我来的低哈？然后低的原因可能在哪里哈？那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说，因为深澳这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形，大家知道说这边有很多的这些金瓜石山啊、九分二山哈。那这是今年1月1号早上9点钟哈，我们收集到环保署气象局所有的这些观测的风场。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深澳这边的风基本上是停止的。那这个是就是郑芳仪教授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那个江老师在1月1号9点钟的模拟，我拿郑芳仪老师的 Wolf 模拟，那郑老师跟江老师用同样的模式，那只是当然作为小修改，所以看到郑芳仪老师模拟这一天来讲，整个大的风向其实还不错啊。但是你看到深澳这地方来讲的话，它风速还蛮大的，可能会大了2到3倍啊。那另外台北这边的话，我们知道说是一个都会里面哈，那风速也非常非常小，但是郑芳仪老师的风速也稍微大了点点，好，也可能大了2-3倍哦。那这是江老师做2010年的模拟哈，那因为我没有他那一天的图，只是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江老师这边做这深澳这边的风场来讲，其实跟台北的风场，甚至跟新竹的风场风速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异。好，所以我是想讲，就是在模式里面的风场来讲，其实没有办法抓到实际好。高风速、低风速这种很大的差距，它大概是在一个范围在跳动哈。那这江老师刚刚有秀的这张图啊，那你可以看到他模拟今年一月就是2010年基隆的这个模拟哈。那是红线是他的模拟值，可以高高低低有抓到，但是非常近风的时候，这黑色的点点有没有？好，那其实这么近的近风其实抓不到的啦，因为解析度真的不够哈，抓不到这么近的近风啊。那我们学过空品模式，大概知道说，浓度同样排放量之下，浓度是跟风速成反比的啊。所以如果说在深澳的地方，实际的风速可能是近风，风速一米每秒，但是模式是2米每秒的话，那浓度就差了2倍了哈。对，所以我想说，这可能是简单解释。我认为，就目前的台电委托的这个报告风，可能模拟值会偏低的原因哈。对，那我们再看一下对二氧化硫的模拟哈，那我们知道二氧化硫主要都是一些工厂排放哈，那你可以看到它模拟值所有的误差都是负的，比如说淡水负 16%， 万里负 25%， 几乎所有测站都负的，那全部来讲负 16%， 所以就是说如果排放量是对的话，那可能是风速过高的问题，让整个工厂的烟硫都低估了 16%， 好，那电氧化硫大概有一半是从工厂排放，一半是从车辆排放，好，那所有的模拟也大概都是负的啊，都是负的啊。那也就是说，那整体来讲负 59%， 所以车辆、工厂啊，氮氧化的模拟低了一半以上啊。那因为 PM2.5 有那个所谓的性能评估要求比较严，在正负 35%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模式希望能够符合性能评估的话，那我当地的工厂、汽车都低估了，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想办法弥补这件事情啊。那其中一个方向，那当然这是可能不就是我自己的假设了哈，因为我们看一下境外的部分哈。那在境外的部分，我们知道说万里啦、阳明山、基隆这大概受境外影响最大，所以比较不受当地的工厂或汽车的影响。那我们就发现，在万里那边高估了 56%， 阳明山高估了 73%， 基隆高估了 49%， 几乎高估一倍以上。好，那因为他把境外高估了。那把境内因为低估加加减减之后，它就可以通过性能评估哈，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我认为可能是一些根本上的问题了哈。那如果我们去算一下各项来讲，到底有通过没通过，做一些加减乘除哈，那我就发现了，就那这是我的部分哈。那你看我二氧化硫来讲的话，啊，这个有正有负，整体只有高估2%，氮氧化硫有正有负，整体只有低估1%。
那 PM2.5 的话，整体大概高估低估负1%哈，那也没有刚刚说境外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比较一下到底谁好是坏的话，我会发现说以性能评估来讲的话，台电的报告里面有40项不符合，那我大概只有28项，好，所以我其实是比较相信我自己的结果了哈。那以上哈，那最后我再讲一下替代方案哈。那这是简单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看到我的模拟很害怕说深澳影响那么大。好，那如果把深澳电厂在电脑里面改燃气的话，在右手边这张图，那几乎就没有了。那也就是说从燃煤改燃气的话，这个年均值可以差72倍，那日最大值也可以差到50倍。所以很简单，替代方案就改燃气就好了。那这是主要的结论。那更重要就是说，它就不会有重金属等等的排放，这是关键，因为当地非常多的癌症，那过去我认为都是重金属的关系，不是 PM2.5 的这个质量浓度，是 PM2.5 里面的成分，对，那所以以上建议，谢谢大家。嘿，谢谢庄教授，我刚刚坐在底下，因为我们只有5分钟的执行，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新北市的评估报告跟台月电的评估报告怎么会差异那么大？大家一个观念，台电是支持深澳要建煤电，那个燃煤厂，燃煤发电厂，所以它的报告一定是写比较好。新北市反对的时候也，但是我尊重你，因为你有在做了两个评议的分析报告，所以这个报告常常都不准啊，我们都看了很多了。支持的报告就好一点，不支持的报告就差一点啊，把它加起来除以二看一看。不过你有说，如果用那天然气发电的话，就没有影响了啊。这个建议也非常好。啊、来，继续请我们王义民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哦。现场的专家学者，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讨论深澳的电厂，它的那个必要性哦，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是关键的议题哦。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可能还不止一场哦，其实应该要多倾听这整个舆论跟社会大众的声音跟意见，特别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机构哦，我们应该要多听社会各界的意见跟看法，而不是让政府机关一意孤行，就要强行让这个案子通过。首先，第一个我要讲，我们今天在谈所谓的必要性。谈必要性之前，整个深澳燃煤电厂，它现在环差会议通过之后，我们看到它程序的不正义性跟程序的瑕疵，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我想在座也有一些环团的代表，大家其实不满意的是你的程序的正义应该要先守住吧。第一个我要讲，到目前为止新北市他完全没有同意在整个他现在的瑞芳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他要重新去划设，要去变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照道理来讲，环差会议是不应该先行先开的，这个是到事后环差会议，我们看到詹胜贵副署长也投下了赞成票，让他强行通过之后，这个争议出来了。但是这个争议出来，我们没有看到政府要去处理、跟解决、跟面对。照道理来讲，这么重大的程序瑕疵，那应该是等新北跟台电这边，新北同意他这个整个保育区可以允许再去建防波堤，然后可以重新划设之后，再把相关的资料送到环差会议再召开。所以第一个我比较具体的建议，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这个环差会议的召开有瑕疵，应该是要重新回来让真正的数据说话。第二个，我们刚刚看到庄敏杰教授的研究跟台电委托的研究，其实存在着数据上面的落差。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最好的方式是再做一个调查，第三方的这样的调查。那我觉得环保署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要更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相关调查，让真正的科学数据可以说话。我想刚刚庄教授他很用心，他把他自己的模式还有在相关的数据上面他可能会产生的误差范围也都做了非常清楚的交代了。但是不论是台电或者是庄教授所做出来的研究，都告诉大家事实只有一件，
燃煤电厂就是会造成污染，而重金属的污染，这是完全没有办法回避的，除非你更换另外一项能源。刚刚庄教授指出来，就是说把燃煤改成燃气，你的重金属可以消失跟不见。要不然只要是燃煤的状态，我不相信台电所做的报告会把重金属变消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括赖清德院长一再对外告诉大家说所谓干净的煤这样子的言论的误导，这个是不必要的。燃煤会产生重金属，会产生 PM2.5， 这个就是科学，这是事实，不需要去扭曲，也不需要去掩盖。而台湾民众现在我们真的要问自己的，就是台湾的空污到底严不严重。我们台湾不管是深澳燃煤电厂，还是要在南部再加盖一座燃煤电厂，我们有能力再去承受增加一座新的燃煤电厂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现在的空污已经严重到目前一到三月台湾南部地区高达72天，它的 AQI 指数大于100，亮橘灯。4月19号到22号连续4天，台湾北部也是一片橘海，甚至21号当天台北出现红海。这就是人民心中的恐惧跟忧心，空污已经这么严重了，再加盖一座燃煤电厂，我们的健康负担不起，真的是负担不起。而台湾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当然有，在能源上面我们还有其他的选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现在的政府真的不要跟人民作对，这件事情是该倾听民意，包括专家学者也做出建议啊。那燃气也可行啊，为什么燃气不纳入评估呢？这个都是大家应该去考虑的。另外一个最后我要点出来的，现在国际的潮流跟趋势是什么？绝对减碳是共通的议题，而废煤减少燃煤也是这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现在积极在做的事情。法国大概2025年它整个燃煤电厂就会全部关闭。所以台湾我们真的在决定任何重大的政策之前，第一个民意当然就是最优先。目前已经都有超过60%以上的民意是反对，人民是反对新建深澳燃煤电厂，更不要讲在地的居民，包括基隆，包括新北的民众，他们反对的力量更大。难道这些民意我们政府不需要听进去吗？所以我觉得在民意这么强烈的反对底下，整个深澳燃煤电厂的必要性跟正当性其实是缺乏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蔡政府要去思考，就是整个能源政策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务实的来面对跟调整，这个恐怕才是根本之道。谢谢。现在请高入仪用委员发言。主席，谢谢哦。我想我们今天针对这个有关深澳电厂的公听会哦，谈论的就是说它的必要性哦。其实任何一个开发，尤其是一个发电厂的开发，它不会只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科技，还有一个是人权的议题。所以当我们在提到就是说深澳电厂的必要性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应该要去问问当地的居民，我到底要不要这个电厂？我想我过去哈从事记者这么多年，我知道就是深澳电厂当初正在设立的时候，跟旁边的建基煤矿是非常相关的，因为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燃煤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取得方便，所以旁边会有一个建基煤矿，然后也会有一个深澳电厂。而在1960年代，许许多多的煤矿里面的矿工都会是从东部到北部到西部的阿美族人。建基煤矿旁边的建基新村里面，在这个1960之后，
大概有100多户的阿美族人在那里落脚，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电厂，这样的一个煤矿而来。其实在采访这一些矿工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知道这一些阿美族人的辛苦，他们必须要下到深到很深很深的地方要去挖矿，然后呢会得到非常多、不管是矽肺病，还有就是当他出了这个矿坑之后，还要忍受深澳电厂制造出来的空污。我想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开发的时候，往往都是顾及多数人的权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益。所以当我们要谈到深澳电厂的必要性，不好意思，我觉得应该要去顾及，要去尊重这些将来会被牺牲的人，他到底要不要这个电厂继续的在他的住家的旁边危害他们的健康，危害他们的权益。在深澳电厂的周遭有4个阿美族部落，这些阿美族人全部都是从建基煤矿那些矿工在那边落脚，然后去那边散步的4个部落的阿美族人。这50年来的牺牲，请大家扪心自问，还要他们再牺牲下去吗？还要牺牲他们的健康去让你们得到用电的便利吗？我今天不要去讨论我们这样的一个发电量的1%需要用1000亿来去盖一个电厂，要如何去浪费人民的纳税钱。我只要大家去看看那里被忽略的原住民族，在那里被忽略的后来的新住民，在那里被忽略的少数的在地的居民，他们在想什么。也不需要用那些将来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来收买他们，这样的无奈我不希望在台湾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再来，我来跟大家讲，我们如果从经济管理、经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哦，台电你们自己想想看哦，你们投资了那么多的公司，有那么多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他们可以产生的是洁净的电力、洁净的发电，有天然气的，有这么多的这些发电厂，民间的发电厂，而你们呢，只跟他们买往往不到50%的这样的一个电力，剩下的50%要用去哪里？而你们台电的子公司都没有好好的去用利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然后呢，再继续花人民的纳税钱，再去盖一个燃煤的电厂，啊！你们花台湾人民的钱是凯恩几哦？我花台湾人民的纳税的钱是花的不手软哦。你们自己盘整看看，你们到底有哪一些子公司、哪一些孙公司，那一些洁净的电力可以拿来用？不需要再盖一个1000亿的发电厂啊！你们这样子根本就在扯谎。你们是在扯谎，你们在欺骗台湾的人民，说我们台湾的电不够用，然后还要靠一个作为，说如果不要盖可以啊，我们就节约能源10%，我们就不需要盖深澳电厂，怎么可以容忍一个作为啊？拿这样的理由去威胁台湾的人民啊？怎么可以用一个作为？怎么可以做一个作为啊？说出这样的话，约束台湾的人民啊？节约能源是我们的大方向，我们本来就要做，不需要呛人民说10%的这个节约哈节电哦，做得到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盖新的电厂。先去思考我们台电的经营成本是怎么样去花的，成本怎么去计算的？这么多子公司的洁净能源你不用，你只买50%不到，然后再继续盖1000亿的发电厂，
花人民的纳税钱。我希望台电跟经济部不要再说谎，好好的把真实的数据告诉大家，再来谈我们深澳电厂的必要性。好，卡路委员，谢谢您。来，高志鹏、赵伟花。谢谢主席。与会的学者专家、各位贵宾，今天是我排的这个公听会。坦白说，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立委，忽然觉得连要排这个公听会都还蛮辛苦的啊，连题目啊都还得再做一定的调整。我们也看到刚才一些国民党的立委来发表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今天公听会的贵宾，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立场的平衡。除了各党，当然可以有他的立场啊，比如说，我们当然不愿意讲说国民党，这个执政跟在野哈，立场的变换之快啊。光是民进党可以推荐的八个名单里面，我要特别要求说，要让经济部，要让台电。可以推荐他们的学者专家，都是希望这一次的公听会能够有更多元的声音哈。当然顺序上面或许不尽如意了哈，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包括绿色公民的吴承仁研究员，他其实也是最后面才发言哈，所以没有说这个环保团体先发言啊，或者是反对盖电厂的先发言哈，这个。那至于有没有完全照这个提纲，我想这个也没办法要求。比如说我们请的王，这个在地的潜水教练王教练来哈，其实就是希望有这样多元的声音的哈。刚刚高路委员提到说要尊重在地的民众哈，那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台电，其实。也是很厉害哈，他在深澳这边跟民众讲说，这个南美比较安全哈，那在相隔不到几公里的协和发电厂，因为现在改成这个天然气哈，他要去讲说天然气比较安全哈，所以这个台电其实越来越像政客了哈。那我自己小时候也在基隆长大哈。也常常骑着脚踏车从和平岛一路过去，请莫给亚哈到龙洞那边去玩水潜水哈。当然也知道说，当地民众的苦哈，但是我都觉得今天办这个公听会，或者是说未来我们就整个深澳电厂要不要盖，它其实会有，在我来讲会有不同的，只是说当地居民喜不喜欢，或者说这个附近基隆哈，或者新北市哈，甚至有人说这个空污是会影响到桃园、宜兰哈，这些民众的需求，而是希望说如果它未来变成是一个运动，变成是一个题目，它是不是可以驱策台电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包括经济部哈。我们如果这样讲哈，说飞鹅家园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成功了以后，或许他另外推动的是再生能源。我们要不客气的指出，台电一直让大家诟病的是，他有他继承的体系跟利益的分配啊，所以以前都说有核能帮，有火力发电帮啊，那再生能源永远是一个在里面。最不受重视的，连私生子都不如哈。那因为有了配合家园，有了这个整个的能源配比的新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们知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以后，或许才是这几年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可以蓬勃发展的一个转机啊。那深澳电厂其实只有1300万的吉瓦瓦，但是要花了1000亿，这个其实都不重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借由公听会，借由未来的一些努力，像刚才大家讲的，希望台电能够提供最充分、
的资讯啊，而不是借由他的专业来引导不管是经济部、行政院啊上面的官员，来做出这样错误的一个决策的话，那他其实一定程度也造成了一些影响，就是你要不要真的努力去做节电？你要不要努力的去做节能？你要不要努力的去让这个能源的配比，让各种这个本来应该做，但是他可能在台电这样的怪兽里面，他就是不受不重视的部门，他就是以前是被排斥的是边缘化的这些其他的部门，能够意见被重视，能够真正发挥一个这个台湾就是台电当然他有他劳苦功劳的地方，但是如果一定程度借由深澳电厂的新建与否，我们来重新调整这样的一个利益结构的打破，能够重新重视其他的这些该做研发不管在节能，不管是在储能的这些的努力上面，我觉得它会更具有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排这样的公听会的一个原因虽然有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希望再来我会请各部门要来回答的时候，请经济部或台电一定要就刚刚我看几位学者专家所提出的这些部分一定要回答一个就是到底我们所谓在这个电力的分区的供需所谓的稳定的这个讨论上面，是应该以尖峰负载来做分析的基础，而是还是用全年的用电量？好，这部分请您要回答。另外，我们讲北部供电现在严重缺乏，到底新竹县市算不算在北区里面？据我知道，在台电自己的分工里面，新竹县市是属于中区的，可是你现在把它拿来算是北区的话，当然会有这么大的缺口啊！这个部分，我想台电大概也要讲清楚。另外，我看到有绿色公民的这个吴成林研究员有提到的那几个希望提供的资料台电也一定要来提供就是包括第一个，依照核定的电源开发计划，请提供2018年到2026年全国与北部逐年的装置容量总量跟总净尖峰能力，以及逐年装置量增减的原因这个说明。第二点，要请提供2025年以后逐年之全国备用容量率，以及逐年全国备用容量率的变化原因的说明。第三个，2018年到2026年全国北部逐年的尖峰负载预测与相关参数而且这个预测应该要符合温室气体阶段管制目标。这几个部分，请这个经济部，请台电在待会的回答里面就希望你们能够讲。如果资料太多，那请提供给经济委员会，那也要一份给我谢谢。现在请廖国栋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青年议会的专家学者我非常佩服我们的招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排了这个深澳电厂到底何去何从，或者是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一个题目让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进来作为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第二个呢，我也非常佩服我们的高志鹏委员他勇于面对目前执政党的困局，也就是缺电，可能要跳电，可能要电价要调整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质疑的时候，他愿意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委员来直接面对，我个人非常的佩服那我要再补充的是，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青绿的也是一样对于总统的所谓的未来2025的时候呢，整个电源的配比表示高度的怀疑表示高度的怀疑。那最简单的题目就是所谓的这个废核跟延续下来的这个减核不减核燃煤
啊 ，PM2 增加这件事情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不可能同时达到。但是我们偏偏国家的政策目的，第一个又要飞核，然后第二个又说要减排，你如何又飞核又减排？这个根本就是两个极端的一个发展。然后政府一直说绝对没有问题，也不会有跳机，也不会跳电，也不会缺电，电也不涨价。有人要信啊？有人要信不？没呢，大家都质疑嘛。但是政府还是勇往直前啊，虽千万人吾往矣，我那样的气势非常好，但是非常不切实际。我们多次的来问我们经济部相关的官员如何去达成这个目标，他们都信誓旦旦绝对没问题，但是哦，连小学生都知道不必用算术，那就知道这个是达不到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今天我们谈到深澳这个电厂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民粹的一个环境，地方绝对会反对到底啊，绝对反对到底，然后政府是又一样的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政府后期要怎么样去延续所有的政策方向，来达成把深澳盖起来。现在看起来已经是问题重重、困难重重了，哦，困难重重。那第二个，我想，也在这里做一个表达的是，再生能源的部分。这一阵子，一样很多的专家学者一再的对所谓的风力、所谓的离岸风力、所谓的太阳能，发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批判认为那个是不可能达成这2025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电源的配比能够高达20%，那个也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大家还是一直说，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走。方向是归方向，但是当缺电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当跳机的时候，谁要去负责？没有人说得准嘛。大家都说啊，没问题，我们方向就是这样要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呢，非常非常的及时、切实哈，然后要有勇气去面对它。该转弯就应该转弯，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啊，民生用电跟工业用电都同时必要兼顾。还有产业的发展都不能有丝毫的缺电，都不能有丝毫的跳机，哦，这样的一个大前提的时候，怎么样去说服民众说啊，我这个深澳绝对没有问题，所谓的超临界，哦，绝对不会有这个 PM2.5 的这个更多的排放，都会在容许范围之内。但是那个都是一个想象啊，因为科技的东西啊本来就是用想象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是活生生的在台湾要面对它。你如何去说服北北基还有桃园宜兰的这个民众啊，能够接受这个深澳电厂的这个建设？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悲观。所以最后要讲的是，当我们过去主张所谓的非核家园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精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排除所有的困难，所以那个又是一个新的民粹，不是新的，旧的民粹。然后今天碰到的是深澳的周边民众的新的民粹。所以我个人对产业的发展呢，经济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忧心。台电也好，经济部也好，对于整体的电源的供应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不是这个空洞的，这是一个不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而是即时马上就要面临这种缺电、这种跳机的这个现实面，应该要让全国民众
知道你们的政策。其实法家湾又有什么关系？不要一直硬着嘴皮哈，啊，就是一定要飞核家园，一定要如何，最后导致产业的断线、断电，那个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究竟高科技的台湾不能有丝毫的电力的中断的空间。接下来请陈曼丽委员。谢谢赵伟。我想今天排的这个议题啊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能源管理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都是有很多的角度在讨论了。今天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委员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能源管理的问题和状况哈。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了，就是不管是核四还是就是深奥的议题呢，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说法在讨论哦。那我看到了，就是像朱立伦市长哈，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核四跟深奥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哦。那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核市场它其实会有很多的状况哦。这个状况呢是让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担心的。我们从这个监察院或者从法院里面呢，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的弊端哦，包括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呢，核市场它也曾经发生了这个就是反应炉的基座偷工减料，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在这个系统里面哦，都很容易查到这样的一些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核电厂确实是有很大的担心哦，尤其是核电厂盖了那么久哈，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弊端，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过去的一些的建设和现在的水平，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放心呢？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大家会非常担心的。那我想就是说今天我也看到了那个庄秉杰教授在这个地方哈，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有关于这个空污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庄秉杰老师提出来的一些的意见哈。那我就引用他的一个资料哈，我看到就是说，其实庄老师的资料做得非常的久，包括从2007年到2017年呢，他都有做这个资料的统计。那我看到了在2007年的时候呢，台湾其实是有六座的，就有三座核能发电厂，但是有六个机组同时都在运作哈，同时都在运作。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也看到了，我们的其实，2007年我们空气污染还是蛮严重的哈。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我们的机组只有三个机组在运作哈，可是呢，我们的空气污染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在相对减少的哈。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转到那个这一张，好，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图片里面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原来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部地区很多都是紫色的哈，但是在右下角的呢，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说颜色已经转成是橘色的。那在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颜色大概都是橘色的多哈。可是到我们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空污的状况已经转成绿灯哈。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其实核电厂的存在和我们的空气其实并不是成正比哈，并不是成正比。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一直去谈到空气污染和核能电厂的一个关联度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产业，它持续的在排放哈，这个反而是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担心。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高耗能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如果以北部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北部都大部分都是城市嘛哈，那我们都一直在讲到是说都市的热岛效应。都市的热岛效应呢，当然就会造成了大家对于都市的这个
个感受。那我曾经也看到了，柯P市长他有讲到说，哎，要减1%都很难哈，好像这个东西是很难做到的。可是我接下来要给请大家看一下哈，美国的纽约呢，他们现在已经要求大型的建筑物2030年要减碳46%。46%哈，那像德国和法国呢，对于这个公共建筑呢实施节能改善的一个投资，给予5%-15%的补贴，这个是国外的一些的做法哈。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的做法，它不是是说只有在这个中央努力，其实地方政府也要努力。像德国也是每个邦它都有永续发展的一些的策略，而且能源的这个部分也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之一。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台湾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台湾的对待哈，就是我们对高耗能厂商的要求，我们如果他有违法的话呢，罚的金额是2万-10万，2万-10万。其实对于厂商来说，他们就变成是不痛不痒。甚至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是罚则很轻，另罚款很轻，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案例其实也蛮多的哈。所以呢，我们就说其实应该要继续的去做努力。到最后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建立那个智慧的调度管理系统。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晴天和阴天的时候，很多人会担心是说，我们阴天的时候太阳能发量很少哈，可是大家从这张图表里面呢，这是4月23跟4月24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会看到，就是说它在4月24号它是阴天，4月23号是晴天，可是4月24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太阳能持续有在发电，这个是我们台电的一个资料哈。所以4月23它是晴天，所以它稍微有点热，所以呢我们用电量当然也是升高的。可是在4月24号的时候呢，我们是阴天，所以我们的用电量就下降。虽然我们在这个阴天的时候有发电，但是发的电稍微少一点，可是呢我们同样的我们用电的也是减少哈。所以我想是说要请能源局，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调度，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更有智慧，然后让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多多使用我们的光电来补强，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多多使用风力来补强。我想说，这个都是我们在讨论我们的这个能源管理法的时候，我们是要有更多的管理的系统、管理的知识，甚至管理的能力来执行落实哦。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发言，以上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非常感谢啊！今天赵伟在承受相当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勇敢的举办了这一场公听会啊。那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聆听啊，来自于这么多的团体，还有长期对台湾不管是环境发展或者是能源政策有研究的公民团体，还是专家学者来这边聆听高见。那深澳电厂以及我国接下来能源配比这件事情啊，一直是我非常关心的事。只不过非常抱歉啊，今天上午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同时还针对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人士在行使同意权，所以没有办法在现场聆听各位的高见。那不过我相信，相关的不管是转播还是会议记录，那都会成为我们接下来在探讨这个政策非常重要的依据。那再次感谢啊，这么多的学者，还有这些团体的代表，然后能够来表达高见。那接下来我可能是利用啊这个公听会的时间啊，稍微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行政部门，也就是说，不管是对于能源政策，还是对于深澳电厂，它有没有进行全方面环境影响的评估，以及对于当地的居民，那乃至于在北北基可能还扩及到宜兰跟桃园这边居民他们的健康的风险，为什么没有做全面评估这件事情，我在好几次卫环委员会里面的质询，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那在这边没有必要啊再做复述。那我之所以要拜托，也是要提醒啊，我们行政部门的事情啊，是说5月4号赖清德院长就要到本院来进行报告了。我希望向来问政的风格啊，就是
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彼此之间，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我希望是真枪实弹，实问实答，在充分资讯的基础上面来进行相关政策的研议啊跟讨论。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延续着去年夏天在815大停电了以后，在立法院林权院长他也来做啊总报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啊的提出来了，就是台电乃至于经济部可能必须要延续性的啊，可能必须要延续性的、啊、就你们在整个能源政策上面以及全国的电力配比上面该做的事情要做。我为什么说啊该做的事情啊要做？去年在院会夏天这件事情，我在进行质询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们的经济部啊能源局对于未来十年在电力规划上面啊的 forecast。那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整个资料根本就不全。到2017年还是2016年，那个时候的资料啊就中断了。结果后来经济部能源局啊才老实说，他们基于各式各样的考虑，这件事情他们就不做了。那为什么不做？是因为评估不准，所以交出来的东西可能会遭受到各界的质疑，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针对深澳电厂，之前我们在看根据经济部能源局所做的评估的时候，大概占备用容量总容量 0.1%， 只会下降 0.1%， 这个数据出来了以后，经济部的部长在这边询答的时候可能引发太大的风暴了，在这边询答以后马上要改口，所以其实算了，只有2025年最低，但是2026年以后又会提升，可能到2027年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多。但问题是经济部的官员在进行政策的评估跟政策说服的时候，不能只能够靠部长一个人站在质询备询台上面空口说白话，你们实际上面啊评估的内容、评估的数据跟评估的基础到底在哪里？你要摊在阳光下面啊，让社会各界都有检视的可能性。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真正进行在公共政策上面啊非常理性的讨论跟辩论。那第二个事情呢、啊，是在整个节能的政策上面，经济部乃至于台电，包括了像智慧电表，它整个的进度、未来的规划，恐怕也要在我刚刚所讲的整个电力配比上面，它所占的比例跟它所占的重要性啊，要一并的提估啊，提出这样子啊的资料。那这样子，我们请院长来立法院报告，才会有意义啊。那最后提醒一件事情啊，我上次在这边质询的时候，经济部的部长承诺我，针对有关于核二上次在启动要跳机的这件事情，要请台电做一个公开的说明，把所有的资料摊出来，让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审视。那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看到要进行这件事情的迹象。那部长在这边备询的时候所做的承诺是不算数吗？还是有别的考虑？还是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要让大家能够来好好的看一看，说他们针对核二厂跳机目前送给原能会的报告是不是可以经得起公众的检验？我相信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在关心。那再次感谢啊今天这么多的朋友来公听会上面啊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那各位所提出来的建议跟各位所提出来的相关资料，我相信对于本院未来在针对行政院他们的能源政策进行监督的时候，都会有相当大的帮助。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与会的官员哈，那逐一的来回表示意见哈。首先，请经济部曾次长。好，那请庄总经理。哎，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非常感谢刚刚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啊。那我想，这个增进人民的福祉、发展经济啊，要提供一个充分稳定、价格合理的电啊，是我们台电啊一项坚持的使命啊。那我想台电啊，在这个能源的安全、爱护环境，还有多元能源、蒸汽减煤、发展再生能源，我们都一直啊战战兢兢、很努力在做。那我想深奥今天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很多场合也跟各位报告过，我们一定会采用最优质的这个煤，用最高效率、低排的机组，还有最先进的污染设备啊，来做这些工作。那在环评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譬如说80万变成60万的两部机组，这个深澳湾我们也舍去了这个番子澳湾，全部集中在我们这个深澳湾这里面，煤仓也减速，从7个变成4个，而且全部移到我们的这个厂内，灰塘我们也把它取消了，345kV 这个电源线我们也把它取消了，用既有的161的线路来做这个输送的动作。那我想今天大家关心这个深澳的议题哦，还是集中在我们电源是不是失衡。那我想这个我们台电脑应该是很有资格讲这个问题的，北部的电源是不够的，缺134亿度。那我想刚刚赵伟提到这个供电啊，是有它的高度也有它的面积，所谓的高度就是说你瞬间还是要满足我们的用电，你不能夏天很这个用电，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需要这个冷这个空调，这个电如果说高度不够的话，这个备转容量不够，电是供不出来的，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另外就是一个面积也要够，长期的，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区域的这供电哦，如果是长期北部电源不足，我们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个输配电哦，不管是碰到风灾，碰到这个天灾、地震之类的，任何一个铁塔、任何输电线出了问题，我们北部的电怎么办？所以我想，这个供电的失衡啊是很重要，也希望说大家也要注意哦。那另外说，为什么我们不选气要选煤？哦，这个地方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报告，做了很多分析。深澳湾这个深澳电厂，它是有一些地理环境的这个限制条件的不足，我们的居民也非常在意这个所谓的安全的疑虑啊，这个天然气这个除潮，毕竟大家都是认为它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设施啊，希望尽量避免。所以这个条件的不足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这个选气的一个原因。那另外空污，我想各位都知道，1/3是我们自己境内，1/3是移动性的，1/3是固定式的，1/3是移动式的，还有1/3是境外移入的。那这个电力设施哦，我想各位都知道这个数据哦，全国电力设施的这个空污只有占4.5%到9.9%，比我们道路的扬尘9.0%到9.9%，甚至餐饮业还有我们大客车、汽车之类超过10%了，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事实上，我们也提过很多有关电力这个设施，因为有很多很完整的空污防治设备，所以它空污的排放，并不是各位想象中这么的严重。何况深澳电厂只是4200万千瓦里面的120万千瓦。那另外，我想刚才提到这个节能，事实上这个智慧电网啊，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做。我们今年年底我们会20万具，109年我们会做到100万具，113年我们会做到300万具。透过这个智慧电网、智慧电表，我们来做到这个节能好、这个问题。储能一样的，刚刚也提到，我们也是积极的在做，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计划。我们在2025年，我们会达到30万千瓦这个电池式的储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当然还有抽蓄电厂，这个做储能，这调整我们的运转的一个程序。另外，我们还有的负循环机组调整
我们这个所谓的变动率，让这个变动率哦可以哦来搭配我们的这个再生能源。那我想这个，另外我想那个刚刚有位教练也提到说，这个所谓的海洋的问题哦，这个保育区事实上民国65年开始哦，我们这个圣奥湾就是一个中游的油港，它从65年开始哦进进出出的油港油船。这个地方算是已经是一个经济开发的一个港，这里面我们有圆山这个圆山丰富的设施嘛，所以这个湾里面其实哦是淤沙的，所以哦新北市政府才有提到说要清淤这个问题。那因为船进进出出要有人工鱼礁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做好这个圣奥湾。我们如果在开发期间，我们在施工，我们一定会做防护措施。我们的调查、监测，甚至未来的营运，我们都会持续来做。尤其这个刚刚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离岸堤哦，我们也会用人工鱼礁的模式来建这个堤，让这个生态哦不会因为我们这个堤防做好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哦，这个抛堤做完以后，因为这一个人工鱼礁式的这个堤防，反而会衍生更多我们的保育类的这个海洋生物鱼类在里面栖息啊。那我想这些林林总总哦，我想我只能在这里跟各位哦做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了。我们台电哦，一定会依法、依规定、依照我们跟当地居民的承诺，然后把这个圣奥电厂做到世界一流。那我们也会兼顾环境还有经济的问题。以上报告，谢谢。你好，张经理，你还是没回答我问题啊？你们北部供电分区到底有没有包含新竹县市？有或没有？我想这个行政区域的划分哦，是从北所有的。北部地区就是从新竹开始，新竹凤山溪跟对，那是我们电力网线的。我想这个电力网，对不对？如果是用电力网的分析，是从新竹到凤山溪。但是我们现在用电量哦，我们是用各县市在统计的。我们的现在讲的说北部供电有缺口嘛？那你北部到底有没有包括新竹县？有，新竹有，竹科当然用电最多啊。有，这个是有的，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北部就是新竹县市。我说的是你们自己内部的北部供电分区、哦、这个是行政区域的划分。北部供电分区是不是指新竹县凤山溪以及花莲县清水段野以北的地区，对不对？包括稍微以北嘛，对不对？这个啊、哦、是我们电力网，包括新竹县市嘛。我们所谓的电力网的划分，北部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们用电的时候啊，我们收电费那个电费哦。是用行政区来、啊、你想把它换进去换进去，然后所有缺电就缺电，然后现在又说没有。好，那我再问你，那你们在讨那个电力规划讨论这个分区电力供需的时候，你用的基础是尖峰负载还是全年用电量？两个我们都必须要兼顾。就是我刚跟赵伟报告的，就是高度的问题。你如果是瞬间用电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满足瞬间的高度。那长期我们也是要说。要满足它用电的这个宽度啊，所以高的宽度在台电立场都必须要兼顾的。啊，我刚才另外讲的那几个哈、啊，那个资料比较多，我看赶快送一份书面过来。是，好，我们会后再送给赵伟，谢谢。就请那个詹顺贵副署长。委员啊、各与会专家大家好。刚聆听到高那个这么多专家学者的高见，那我想我大概就是简单几点来说明。那第一个我想就是由圣奥电厂这引发的刚那个有关这个空污模式模拟的这个问题啊，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后来其实这几天有在做一些检讨。那我想我们相信呢，不同的模式其实都会有它的局限。那所以我们但这些局限，我们当然都希望说未来在这些做这些模式模拟的时候呢，
大概都希望把它可能的局限呢，把它给忠实的把它呈现出来。那当然就避免就说大家都认为说哦，谁的一定是谁的比较好，谁的比较好。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模式模拟的那个除了局限要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之后，那我想我们那个。礼拜一开会讨论，当然我们也会邀，大概会把相关有在做这种模式模拟邀集在一起。那这里面包含了很多资讯里面的不足的，比如说那个可能在本土我们地形那种粗糙度的部分，如何让它有效的呈现，让它模式模拟过更能客观。我想我们环保署在这一部分在做环评审查过程，或者在做空污治理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个空污模式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去判断说谁的比较好或谁比较准，而是说。如何去完整的可以清楚台湾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那个实际的状况是如何？那端出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对症下药的那个空污治理的一些那个行动方案。好，就这部分，大概我们先做这样的处理。我们会再邀请各个有，包含像今天那个江老师啊、庄老师，或者其他像南部张耿辉老师这些，我们待会把他邀来一起，还有再去盘点。那当然，我们会邀气象局相关的人员。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台大风险中心有提到，就是说透过希望可不可以透过温检的那个目标来检视深澳电厂的必要性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说环保署的立场，我们一定会透过这个温检管理法呢，其实协调各个部门好、哦、来好好的来落实我们每一个急诊的温室气体的减量。但是因为温室气体的减量，它是以部门别。来处理，比如说住商部门、能源部门，他可能没有办法，就说直接落到呢个别部门的个别，比如说某一个特定的电厂，或者某一家企业，或者某一个住商的连锁，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一部分。但是呢，我想就是就那个温室气体减量目标里面呢，如何，尤其在能源部门，因为可能占的是最大多数、最大的配比，那这部分如何去按照原先提出来的那个电力排？电力排放系数来落实这一部分，我想我们会努力的来要求跟协调那个能源部门来把这部分来做好。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就是那个三号电厂的这个环评的问题，我想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就说我简单的这个过去讲很多，我简单的再提，就是说环保署或者这个环评制度呢，它是一个被动受理，一定要开发单位。有规划一个开发行为，那这开发行为通过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转送到环评的主管机关之后，环评主管机关才会审查。那当然，环评的审查有可能个案的开发行为的那个环说书或者二阶的环评报告书，那也有说已经通过环评之后，他必须要做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像仙澳电厂大概就是这样的案例。那也有说已经通过环评也取得开发许可。超过三年以上呢都没有动工，那需要提环境现况差异分析，就说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环保署或者其他地方政府，就说环评主管机关呢，它被动受理的那个内容以及可以审查的范围，有它特定的法律上的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如果有它不合理的部分，其实我们在去年九月预告的那个环评修法也已经做了一些适度的调整。我们也希望呢，老旧的环评。开发案件呢，它的环评的结果有一些退场机制。那但是因为目前这个法环评法，就是说还在研议的过程中，没有办法直接适用哈，所以但落到三号电厂有这样子的这个争议。不过因为涉及到三号电厂本身尚未政策上要不要盖哈，要不要就是要不要盖，要不要重新检讨，我们只是必须要强调呢，那个都不是环保署它可以去决定，我们怕就是只能被动的从环评的检视来处理。那但如果是一个新的开发案。环保署才有所谓的可以认定不应开发的政策工具。那在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只有变更的部分能不能通过，大概只有这样子。那深澳电厂的这个变更情况，比较这以前讲过很多，我们大概不再赘述了哈。那但是我想刚刚因为刚刚已经离开，就是那个清大那个科法所的那个高明志副教授，大概有提的，就是说。那个说啊，不管是三号电厂也好了，或者那个过去通过那个这么多再生能源的电厂也好，都有所谓什么被撤销的风险。不过我们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我们只从副教授的耳中的那个口中，我们只听到一些形容词。好，那其实如果他曾经说，我过去是律师，那我确实打过很多这种撤销环评的案件。我们一定要是把事实，就说
这个整个的环评的审查过程中，以及这整个环收，其实要先把事实厘清楚、读清楚了，那再去分析法律的要件，然后再去函涉。好，那看看说这样子呢，到底这个案子有没有构成，真的是可以撤销吗？不过刚刚我们真的是没有从他那个口中有听到有这样的事实啊，所以如果换一个角色来看，这样子的说法，如果今天换我是一个法官，其实这样讲是没有说服力的。好，那再来大概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黄世佑先生，他有提到说我们苏党有所谓的那个承诺公投，我想这是一个曲解哈。苏党的说法只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反核式公投跟一个反三号电厂的公投，万一如果今天是就说核式公投的支持通举真的是通过，而不是支持这个三号电厂，他说这两个二选一，基于台湾的情境环境的那个应变能力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是合适的重启的公投会被支持会通过的话，他觉得这样子他宁可下的，他不是说承诺要去做这样的公投。我想因为公投哪一些提案要符不符合可不可以进入公投，都有公投法的一些法律上的要件，好，不是谁可以直接来，不是政治人物可以直接用承诺的。我想刚刚这部那个黄世佑委员的那个说法大概有一点曲解了实务长的意思，大概在这里一边做一些澄清。那当然我觉得就像我们在深澳电厂的那个上一次的三月十四号的环评大会通过的里面的附带决议，我们也是希望说，如刚刚召集人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当然也是希望经济部跟台电呢，其实可以把这个能源转型路径过的这些，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些路径，这些过程中呢，把这个我们的能源，就说整个能源结构呢，这些相关的规划呢，可以对外说的更清楚一点，以及深澳电厂在这个。这些过程中呢，它的必要性跟角色是什么，其实可以说得清楚。那我想这个争议可能就会小一点。那我想这也是今天也是呼应了这个召集人今天召开这个公听会的意思。那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就盼请台电呢，接下来的那个要把那个报告送进来的时候，一样就是一样在我们环评大会呢，其实也希望一次把它说得更详尽一点，可以让环评委员让其他关心这个议题的环保团体呢，大家看看。对，好好再去看里面的内容，看要是检视也好，或者是事宜也好，好，那我们也是希望做这样的呼吁。好，谢谢。好，谢谢张副处长。非常感谢各位提供宝贵的意见，所有人员的发言及提供的书面资料，除了刊登公报以外，我们会另外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所有出列席人员参考。在这个感谢各位的参加与发言，今天会到此结束。那我们有准备的便当哈，那可以请大家带走哈。好，现在散会。